今日翻工翻得开唔开心啊？今日翻工有冇起烦恼啊？哦、<laughs> 真噶！今日翻工有冇觉得啲快乐已经过去咗啦？啊，冇、哦啊、过去，即系仲留喺度，快 <laughs> 都快乐啊！咁好啊，真系好啦，啊，好，OK，<laughs> 我哋开始开始咯，系嘛？咁我哋读一个心经先啦。 观自在菩萨，行深波野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想行色，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 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多依波野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 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盘。三世诸佛依波野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有三菩提。故知波野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帝、揭帝、波罗揭帝。」 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今次讲呢个《心经》嘅法会，今日诶、呃、就嚟圆满啦吓。咁、啊、就，唉、哎，好似有啲礼物要送俾你哋嘅。系啊吓、啊，一阵可，一阵攞俾佢哋吓。不过可能你哋以之前都有有人请过，诶、呃、系《是心经的》嘅一张《心经》嘅卡，有大有细嘅，有英文嘅，系啊。 诶、呃，中文嘅就唔多，英文嘅就吓、啊，有一阵先吓。边、啊、个嚟三四嚟足四日嘅就有 <laughs> 哇。哇！几多人举手？有四分三嘅。哇！惊唔够分？哇！后边嗰人举咗举咗两只手添。唔够我争住你哋嘅，迟啲会有得还嘅。嘅、okay, 嗯，咁啊嗱，我哋《心经講到》讲到诶，讲咗几多讲咗几多段啊？ 咁叻嘅，讲咗七段啦，七段真嘅系，O K 好了，我哋讲咗七段啦，系咪啊？啊，《心经》是什么？自在人生嘅蓝图，离苦嘅指引，诸法归零，真相大白，超越自我，远离生死轮回。由第一，如果你能够做到第七嘅话，你已经好大嘅，好多嘅波嘢系恒心波嘢，波罗蜜多时啦，系咪？ 已经系，已经系，已经，已经唔错噶啦，已经去到诶诶、呃呃、个街位都唔错噶啦，吓、啊，去到原角噶啦，吓、啊，如果你能够由尾数上嚟慢慢做咧，你做到第一步，你已经可以做到原角啦，去到第七步已经做到原角啦。咁实在你睇到咧，好得意啊！呢、这个心经咧，佢系由点啊？由一个正果，然后一路一路落嗰、那个吓、啊、四果、三果诶。呃

哇！然后树性归途啦，唔怪之我本书叫归途啦。原来喺呢度走出嚟嘅。我嗰日睇到，哎呀，吓、啊、嗰本书原来叫归途，原来有个原因嘅。啊，实在我哋大家诶都,、呃、都心里有数，听咗几日嘅心经，都知道心经真真正正嘅内容系讲乜嘢。要我哋点啊？明白呢个因、呢、这个缘、呢、这个空常。咁你话安乐自在系乜嘢啊？咁啊安乐自在我哋就系睇心经呢段文啦。 佢系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多依波耶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苦集灭道，大家都知啦。苦集灭道实在有另外一个诶形容词形容佢嘅咧，或者另外一个词系代替苦集灭道系乜嘢啊？四成底。 乜苦集灭到就系四个环节，啊话俾我哋听苦从何而来？苦系乜嘢？我哋点样灭苦？如何行边条路可以灭苦？咁就呢四个呢四个圣谛，点解叫圣咧？即系话如果我哋能够能够睇通，从呢个四个真理入边替即系解真理咁解。 从呢个四个咁殊性嘅真理入边，我哋依住呢四个殊性嘅真理而去活我哋嘅生命嘅话，我哋终于系会由一个好烦恼嘅人，会变成一个咩人啊？圣人系啦。所以咧吓、啊，我哋叫做四圣帝吓。嗰、啊、阵时咧叫叫 noble person 吓。咁啊，四圣帝实在系讲乜嘢咧？就系、是、诶。呃 大家實在耳熟能詳嘅啦。不過我今晚聽聽講下佢啦。咁啊，第一就係話啊，我知道啊，嗯，我唔開心啊，誒、呃，或者我誒好、呃、多憤怒，或者我有誒好、呃、多後悔，嚇、啊、諸如此類呢啲，或者我有好多唔順唔順意，誒、呃、唔滿意唔滿足嘅地方。 咁一當我哋一啲啲咁叫做，我哋譯翻落嚟咧叫苦，但係喺巴利文咧佢叫做 duka，巴利文嘅 duka 咧就叫喺喺喺中文叫苦，或者我覺得咧比較係煩惱會比較好啲啦。咁咧 duka 嘅相反叫 suka，suka 咧就係快樂，自在 suka 係解自在、自在、平安自在咁解。咁呢個苦就煩、是、惱啦，咁。 咁啊！佢话诶苦咧，成好多人都话啦，诶、哎、学佛成个都话苦，咁好学咧？系咪啊？咁悲观，咁我你咪成日都觉得自己好惨咯。所以点解咧？你睇下，个个都系过咗半百噶啦，除咗个最细嗰、那个。<laughs> 我都琴日对住佢，我话你咁叻嘅，你咁细个，听到第三堂，佢都好精灵咁睁大隻眼嚟听我讲嘢，哇、啊！ 我、哦、你识听，佢识噶师傅咁啊，其实真系真系好好啊，嗰粒种子种啊，无论佢听得几多，即一句就一句，两句就两句，至少佢真系嗱今日放学又嚟听咯，系咪啊？咁啊第四日咯，佢我真系呢、這个真系要俾个大大奖佢，诶两、哎、个几叻啊嗬，所以点解？因为佛托话，因为因为我哋人嗰种执着。 我哋人嗰种对生命嗰种执着，对我哋自己嘅存在嗰种执着，对情嗰种执着，令到我哋好容易当呢啲种种嘅，譬如我哋生命要离开啦，诶、呃、或者我哋爱嘅人要同我哋分手啦，会带来好多不满意、不怨、意、不顺意。当我哋唔真真正正明白呢个自然法则嘅话，我哋对呢啲不满意、不顺意。 啊！不順暢嘅嘢，我哋會好容易起一種煩惱，係好容易起一種批判，或者排斥，或者厭惡，或者憎恨。咁嘅時候，我哋就會點啊？會唔開心？咁呢個實在係一個果嚟嘅啫。實在苦集滅道咧，實在應該係集苦道滅，咁睇就會好睇啲。我自己覺得就係、是、啊，點解會講咗果先咧？咁咁啊，實在都冇乜所謂嘅，即、就、係、是、你你你點？即係你慢慢睇下，你就知點解佢會咁講。 咁啊，集咧即系话苦嘅内由啊，我点解会唔开心啊？我点解会恐惧啊？我点解会愤怒啊？我点解会诶觉得内疚啊？呢、這个就叫做集，即系话苦嘅内由、苦嘅因由，呢、這个叫做集。再嚟咧就系睇灭啦，即系灭，即系话我点样将呢啲苦嚟除咗佢咧？咁咁除咗啲苦就冇苦啦嘛，系咪啊？咁实在呢个系果嚟嘅。 已經係結果嚟嘅，一個 result 嚟嘅，一個 consequence 嘅。到到最尾係呢個叫做道啦，道就係除苦之道、除苦之路，即係話，譬如我今日要嚟三藩市二三二八 Clement Street，我要嚟呢度，咁我一定要揾一條啱嘅路，我先可以嚟到呢度。如果我唔啱嘅路嘅話，我就會去咗唔知道去咗邊度啦。可能三二三八 Clement Street 就唔會听入到嚟听,聽心經啦。 就因为我行啱咗呢条路，所以我嚟啱咗呢笪地方。我嚟啱咗呢笪地方，如果我有个咁嘅问题，我就能够喺呢度处理个咁嘅问题。呢、这个就系因果因果。点解会会调翻转头苦果因果,果因咁样嚟？因为呢个四圣谛，如果系对对菩萨嚟讲嘅话咧，就系、是、因因果因果咁睇。因为点解啊？菩萨咧。 就怕种不善嘅因，因为菩萨知道不善嘅因会带嚟不善嘅果。但系我哋凡夫众生咧就好愚痴嘅，日日咧嗰个大大 curtain 咧就遮晒自己，遮住晒自己就睇唔到嘢。除非那个果报出现咗，我先至话：哎呀，死咯！我又做咗啲衰嘢啦！哎呀，我真系抵咯！我又我又受果报啦。咁咁啊，所以点解啊？系果因果因咁样睇法。 咁实在嗱，如果你睇诶诶苦同集咧，就系、是、讲一种一种诶好、呃、迷茫嘅时间或者诶诶诶诶形态或者心识系好迷茫嘅迷即系话点啊懵啦系咪啊即系唔知去向啦即系乱啦吓咁啊就迷迷啦咁灭度咧如果你能够达到呢个灭度嘅话咧。 你即系悟啦，即系能够明白啦，我能够了悟啦，清楚啦，我知道啦。如果喺呢个四性体嚟讲啊，苦杂面度嚟讲，我而家用一啲世间法，我点样可以容易啲明白呢个四性体咧？咁，譬如我讲我自己啦，哎呀，头痛，一味头痛，头痛系一个果嚟噶，系咪啊？ 咁我头痛咧，咁我去到睇医生啦。阿、啊、医生，我头痛啊。咁佢话：你点解头痛啊？咁佢咪问我因啊？点解头痛啊？哇，系啦，唔知点解头痛咧。咁啊，嗰阵时只眼睛有事啦，我就成日都头痛嘅。就就原来就眼睛有事，引到我成日半边头痛。我痛咗几廿年噶啦 <laughs>，我咗几廿年都唔知原来自己就眼睛咁弊，因为。 因为我天生咧就系鸳鸯眼，我叫金银眼，好值钱嘅。一只叫金，一只叫做银。咁你话金,金贵金贵嗰阵时，就就系金；银贵嗰阵时，佢就系银。咁啊，大家成日调转嘅。我呢对金银眼咧就好得意嘅。呢只眼咧就差唔多系 perfect 嘅，十全十美嘅。的咁多有问题嘅啫。呢只眼咧系盲嘅，差唔多。我成六百度嘅远视，三百几四百度嘅散光。 如果你哋以前识我嘅话咧，我仲未戴呢日假眼镜之前咧，我有一只真眼镜。我一只真眼镜咧，人哋叫我只眼镜叫做 Air Tray 烟灰缸，即、就、系、是、你谂下嗰个玻璃有几厚啊？系以前嗰啲咁厚嘅玻璃，即、就、系、是、超薄嘅玻璃。咁我只眼镜咧就咁样嘅。咁有啲细仔有阵时见到啊，师傅点解你只眼一只大一只细嘅？点解你呢只好似熊猫眼？点解你只好似老鼠眼咁？ 老鼠眼即系细只，熊猫眼即系放大咗咁解。实在因为点解？呢、这个系放大镜，呢、这个系平常镜。咁嗱，咁我去睇医生，医生就话：哦，因为你只眼鸳鸯眼啊，因为你只眼系鸳鸯眼，所以你有扁头痛。明白吗？因为你有呢个病，所以你有呢个病征。OK，咁啊嗱，我俾眼药水你滴啦。呢啲咧就系、是、医。 诶、呃，青光眼嘅眼药水咁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咁啊十种，每两个钟头滴一滴，咁你滴廿四小时，差唔多滴晒个十种眼药水啦。啊，咁啊呢个眼药水就系点啊？医我青光眼嘅因，即系误道嘅因，明白吗？医我病嘅因，咁咧滴完之后我好咗啦，我真系好咗，我唔再痛啦，咁咪果咯，啱唔啱？ 所以如果我哋一个病啊，我哋烦恼实在系一种病嚟噶。我哋每个人都有嗰种通病，我同你都有噶啦。貪真痴慢疑呢、这个系最起码嗰种五病五种病最弊就系呢个貪，第二就系嗔，第就系三第三就系痴慢我慢疑就系、是、疑惑懷疑貪真痴慢疑呢、这个最呢、这个最基本噶啦，就系、是、因为我哋有咁多貪嗔痴慢疑，所以我哋有苦嘅來由啦。 因为呢个贪嗔痴慢而，所以我哋起烦恼啦，我哋怀疑人哋啦，我哋唔中意人哋啦，我哋嬲人哋啦，我哋觉得自己好威水啦，等等出嚟嘅情绪，咁我哋咪有个烦恼嘅果啊？系咪啊？吓，咁即系话等于我个病一样啫嘛，吓、啊，所以我哋众生嘅病就系呢种呢几种烦恼，呢几种烦恼就带嚟嗰几种果。咁如果我要灭呢几种烦恼嘅时候，我点做啊？ 我点做啊？我咁我咪去学咯，学就系点啊？走喺道上边啦。所以点解话修行修行修行系咩嚟噶？行啊嘛，行你要行喺边度啊？行喺条道上边啊，系咪啊？行喺条道上边，嗰条系咩道啊？嗰条叫做正法之道，嗰条叫做中道。嗱，正当你行到正法之道嘅话，无论你收到几多。 无论你收到几多，你收几多你就点啊？你就了几多嘅苦。你收一分，你就了到一分嘅苦；你收两分，你就了两分嘅苦。就系、是、咁样。所以你唔好话，哎，咁难收，我唔收啦咁。我有个朋友，我两个朋友，两个朋友都系两个朋友都系我以前啲同事，好好学识嘅，好好学识嘅。咁咧，丈夫咧就好好文绉绉嘅。 咁我我临出家前咧，只有三个同事知我出家㗎。啫。咁啊，两位咧就系、是、医生，一位咧就系、是、营养师。咁呢两位医生咧，同两位医生其中一位咧就系、是、女医生嚟嘅。佢知道我要出家咧，佢就话：，你做咩要出家咁我话：，唉，呢、这个系我自己选择噶。佢话：，你不如去结婚啦。咁我话 <laughs>：，哦，去结婚啊！我话。 佢结婚同结婚出家争好远嘅事，咁啊，咁我佢话，如果你去出家咧，我就以后都唔理你，唔睬你咁。那我咁我冇理由因为我个老友唔睬我，我唔出家噶嘛，系咪？咁我另外嗰、那个诶、呃、同事咧，男医生嚟嘅，佢就话，你啊真系冇理由噶，咁样话佢，你知唔知啊？佢要谂住要出家呢、这个抉择。 实在仲大过我哋想结婚嘅抉择，仲难啊！佢话你应该鼓励佢，应该支持佢，你唔应该咁样咁样质佢咁咁啊，嗰日系五月八号，五月八号定五月七号，我同佢哋饮饮晚黑茶，话俾佢哋听我要出家嘅，我系五月十号出家嘅，五月九号上山嘅。咁啊，五月八号同佢哋饮茶，话俾佢哋听，只系嗰三个同事知啫。 咁佢真系，咁咧佢佢唔系佢佢唔系即刻唔睬我，咁我出咗家我出咗家兩個月咧，佢就上嚟山探我啦。咁我同埋幾個朋友上嚟，上到嚟上到嚟，咁佢話：你住喺邊度啊？咁我哇，誒嗰、哎、時我就住喺香港大嶼山寶林啊嘛，我我我就住喺呢度樓上啦。咁佢話：可唔可以睇下你你間房點啊？我嚇，好啊，<laughs> 我好啊。 我快去睇下我间房間啊！我间房好犀利噶，我话咁啊，我哋有两个点嘅，一个女众嘅大点，一个男众嘅大点。咁啊，我住喺女众嘅大点嘅楼上，咁咧就有两有有两条路嘅，一条就走捷径，一条就走慢径。咁我就走条捷径嘅，走条捷径咧就喺大点嗰度咁样兜上去。一兜上去我就系啱啱瞓正楼梯口噶啦。咁啊楼梯口即系就系、是、真系张床就喺呢度，个楼梯口就喺呢度啦。咁佢一见我喺呢张我张床，佢话。 咩话？你张床？我、哦、系啊，我张床啊，两张床板，三张床板，每一张一尺嘅啫，三张，哎，差唔多好似呢张呢张台咁阔啦。咁、嗯、啊，砌咗一个咁窄嘅柜，由呢度砌到嚟呢度咁高啦，咁高啦。咁、嗯、啊，旧阵时冇咁多科，冇咁多科技嘢咧，就有啲灯咧就夹住佢，咁又玩灯掣咁出嚟。夜晚黑咧就攞嚟睇书啊。咁、嗯、咧。 嗰、那个那個床板下邊咧就有兩個鐵籠，咁我特登好辛苦咁之前搬咗上去，就係、是、西衫嘅要嚟，冬天就西夏天衫，夏天就西通天衫，咁咧有個蚊帳，咁啊我話嗱你將我張床啊，佢話你搞咩啊咁，我話咩搞咩啊，你使唔使咁樣啊，你真係搞到咁自己咁辛苦啊，我話哇我我有我我呢個坐南向北嘅喎、哦。

十五年之后，真系大咗五年前啦。佢就突然间唔知心血来潮，打电话俾我个老友男医生。佢话：喂，你有冇见佢啊？佢话有。佢年年翻嚟，耐唔耐就上嚟我诊所噶啦。佢突然间出现，我就知佢翻咗嚟。我哋有倾噶。佢仲俾咗好多佛书我睇。我而家一路一路跟佢师傅学紧经啦。那个男医生啊，睇咗十一次嘅金刚经，睇咗三次嘅灵验经，而家睇紧花严经，哇到我佢仲犀利过我啊！咁啊～ 咁个女医生话：，我想见下佢啊。佢好，下次佢翻嚟，我叫我哋一约约埋一齐食饭啦。咁，咁啊一见到佢已经大家都面目全非啦，十几年啦吓。咁佢对眼啊真系就嚟盲，因为佢有啲天生嘅眼病。我话喂你点啊？佢话咪都系咁啦。我喂，点解你仲系咁猛整嘅？ 哦、我我而家冇咁猛震咯，佢话你好收咯，你收得好咯，咁啊，咁话，诶，我真系苦习热度，我都落咗啲功夫啊，吓、啊，明知自己有呢个病，知道自己有呢个病，即系知道猛震系个病，我哋系唔系继续要去猛震咧？系唔系我哋可以控制个猛震？我哋真系有时控制唔到个猛震，要猛起上嚟嗰阵时候，真系猛鬼咗出嚟先算。华之你咧，之后仲会讲 I'm sorry。 讲 <laughs> sorry 已经好啦，你快啲快啲袋咗落个袋添啊！最惊佢唔讲 sorry，继续掹落去啫。而家咧，我见到有啲人掹憎咧，我自己觉得咧，好心痛嘅，我心痛，因为佢有病，佢有病而自己唔知自己有病，又佢唔知自己有病，佢点会去睇医生咧？佢唔去睇医生，点可以有食药咧？佢唔食药。 点可以好咧？但系有病嘅人，你唔系成日话俾佢听，你有病佢就会肯听你嘅喎，佢未必肯听，系咪啊？所以我师傅讲咧，佢话你劝人咧，只可以劝三次，劝到第四次就系你执着。哇哦，嗱你记住啦，知唔知我劝你三次嘅就有啲乜嘢都话俾你听啊。第四次就是我执着系我错噶啦。 我唔制啊！我几大都唔制 <laughs> 啊！吓，实在都系有原因嘅，因为点解啊？人都有面嘅，要面嘅。讲一次唔改，讲两次唔改，讲第三次唔改，你再讲佢嘅话，佢就嬲噶啦。佢就嬲，以后就索性都唔改，同埋无谓啦。如果真系要改个，改一讲一次就改噶啦，或者讲两次就改，使乜讲到第三次咧？ 啊，所以咧，記住啦，知唔知啊？如果你有啲人咧睇唔順眼，或者你覺得咧佢同你做嘢唔啱，實在都好正常噶。點會大家做嘢係同一模一樣嘅？睇多这个缘分、这个、原呢個緣份呢個緣字啦，咁你就會能夠敞開啲個心懷，唔使咁怒氣，唔使成日喺個喺個雜度喺個苦嗰度，可以喺個道度喺個滅嗰度，能夠讓自己咧可以離苦得樂啊！ 佛陀讲过，呢、这个系唯一嘅道，唯一令到你能够离苦得乐嘅道，呢、这个就叫做八正道。八正道咧，入边咧系有八项嘢。呢、这个八正道咧，唔系净系我哋佛教徒吓，即系唔系话净系我哋学佛人嘅啱用。我实在唔系好中意佛教徒呢个字嘅。点解咧？佛法。 唔系净系俾某一撮人啱用嘅。你谂下，佛法流传咗二千几年，而佛法入边讲嘅系全部，唔系佛教徒存在嘅真理，系讲宇宙存在嘅真理。啱唔啱啊？如果宇宙存在嘅真理，即系话呢个真理系适宜于宇住喺宇宙入边嘅人啱用嘅，唔系净系某一撮人先啱用。 如果你净系讲佛教徒嘅话，只系佛教徒啱用，咁就太太贬低佛陀嘅教法。所以我成日都话，我唔系一个佛教徒，但我我系一个学佛嘅人，但系我系佛陀嘅好学生，我系佛陀嘅学生，我系跟佛陀学呢样嘢。我唔系净系盲目去信仰。当你系一种宗教嘅话，你系好多时俾一种宗教入边嘅条例规范咗你。 而你有好多时系超越唔到自己，而我哋真真正正要学佛嘅人咧，就系、是、利用佛陀嘅教法，深入咁样了解自己，然后超越自己嗰种种嘅习气同埋有限。所以点解咁多人咁难悟道，就系、是、因为框死咗自己。但系并不少表示佛佛陀教嘅道理冇唔冇用。 佛陀教嘅道理系完全完全每一个人都适合用，包括你我他，总之系住喺呢个宇宙嘅，喺呢个娑婆世界嘅嘅就啱用噶啦，吓，OK，咁所以你话嗱八正道第一个系乜嘢第一个叫做正业，正业业即系乜嘢？业即系话我哋嘅行为，吓，我哋有啲咩行为啊？ 有啲咩行为啊？有身体嘅行为啦，有语言嘅行为啦，系咪啊？仲有点啊？二吓，但系你如果正业嘅话咧，净系讲 actions 吓，正业净系讲 actions，即系净系讲身体嘅行为啫。咁身体嘅行为啦吓，我哋要点啊？我哋不杀、不偷、不邪淫啊，系咪啊？ 啊，咁呢个系三个咯喎，吓、啊、身体嘅行为。咁啊，咩叫正咧？正即系点啊？不偏不倚，系咪啊？不左不右，正正确确。咁你话，而家我坐得正唔正？我坐得唔正，我歪埋一边啊。我坐我偏咗喺向,向左边，仲要斜嘅添，系咪？如果我要坐得堂堂正正嘅话，我就要坐正喺呢度。 对到正嗰度，中間嗰度通道，咁叫先至叫做正正，即係話正確正確喺喺梵文叫做 a m s a m m a s a 即係話正確嚇、啊，我正確地做而家要做嘅事。第二咧，我哋叫做正語啊，我哋講嘅説話要真實，要慈愛，要柔和，係咪？ 啊！我哋唔好讲是讲非，我哋唔好讲闲言闲语，我哋唔好讲挑拨离间，我哋又唔好讲假话，又唔好讲粗话。正语啊！我哋我哋呢个网语实在系包括四样嘢。咁第三咧，证明啦。咩叫证明啊？证明即系话做正当嘅工作，做极正当嘅事业。

算唔算系证明啊？如果佢处理得好都还可以啊。如果有啲人系用杀虫药嘅话，啊，譬如话啲杀虫药要两个礼拜后你落咗之后，你先至可以收割嘅。佢一个礼拜就收啦，算唔算证明啊？因为点解啊？佢因为提早咗收割，而可能啲啲植物上边或者蔬果上边仲有呢啲残残余嘅。 诶诶诶，杀虫药，咁、啊啊啊、你话佢卖出去对人有益啊有害啊？正即系话你要为别人诶带来系有益嘅，吓、啊、至少都冇害先，啱啱？o k 咁啊呢、啊这个系证明第三个啦，呢三个咧实在系主管我哋嘅平时嘅生活嘅规范嘅，咁呢三个咧就系修行，修我哋道德上边嘅行为，咁第四咧就叫正精进啦。 前几日我哋讲过正精进啦，即系咩叫正精进啊？我哋要帮别人。如果一个菩萨嘅话，我哋不单只要帮自己，菩萨即系咧自己已经去菩萨啦，唔使啦，系咪？但系佢要帮众生点啊？有善嘅种子，让佢更善；未有善嘅种子，让佢种善嘅种子；有恶嘅种子，让佢唔好生起，或者已经生起嘅，让佢快快点啊断咗佢，系咪？呢、这个叫正精进。 第五咧就叫做正念啦。咩叫正念咧？就我哋叫 r i g mindfulness。念咧即系咩意思啊？而家个心，而家个心乜嘢啊？而家个心你系唔系好专注喺度听师傅讲心经啊？抑或你个心喺度啊？摆耳仔又好似听紧嘢，但系个心咧都唔知走咗去边度？啊，谂紧今晚翻去食咩宵夜啦？啊，听朝、啊、又点搞咧？后日又点搞咧？咁咁已经已经离开咗呢个正念啦。正念即系话。 喺而家当下，你呢个念头，冇每一个念头都维持喺一个正確嗰、那个嗰、那個範疇入边，咁就是、啊正念，而家好多人都用一个正念咧，系去嚟做做一个打坐嘅前提啊。嚇，mindfulness meditation 啊嘛。嚇，正念禅修、正念减压正念诶、呃、思维等等，全部都用正念。诶几叻啊！可攞晒佛陀啲大智慧出去用。嚇、啊、嗱，你睇下佢哋真系好叻。 根本就係應該係咁嘅，唔係應該規範咗喺呢個 box 入邊嘅嘢，嚇、啊。咁但係佛陀教我哋嗰陣時候，佛陀冇收我哋錢嘅。誒、哎，而家佢哋收得好貴嘅，我、啊、一個嗰啲 mindfulness course 好犀利，幾萬人嘅喎，斷萬計嘅喎，你知唔知啊？嚇！咁所以你咧入咗好多錢落你袋度啦，嚇、啊。咁、啊、咧？啊 由正念之后咧，我哋就收到。当你念念都系正嘅话，佢系修正土啊。修正土唔系一定系修阿弥陀佛法门。O.K. 嗱，你修阿弥陀佛法门就系阿弥陀佛法门。修正土法门唔系一定阿弥陀佛法门，因为净土唔系净系阿弥陀佛嗰个先叫净土。有一啲诶、呃那个概念，我觉得系有时系有有啲物有啲歪咗少少。我自己觉得啊、呃，有美力嘅净土。 有阿弥陀佛嘅净土系咪？有药师佛嘅净土，系佛嘅地方就系叫净土。唔唔系净系阿弥陀佛嗰个先叫净土。譬如喺喺喺诶诶净土法门入边讲话，点啊？净念相计咩净咩叫净念相计啊？唔系净系念阿弥陀佛先叫净念相计，而系你念念都系喺一个清净心入边，嗰、那个叫净念相计。咩叫清净心啊？ 就系你念念都无染嘅，冇污染嘅，念念都唔系烦恼。就算喺烦恼有一个烦恼心出现，你唔会用一个烦恼心去对面面对呢个烦恼，而系你用一个正确嘅心去睇住呢个烦恼。咩叫正确心睇住呢个烦恼啊？就系、是、佛陀讲过，呢、这个烦恼呢、这个心系可以系系会灭嘅，因为有生必有灭。而呢个烦恼嘅心出现系因缘际会出现嘅。 但系我哋好多时唔会咁谂啊，个烦恼心一出现，又似嚟，又出嚟，点解偏偏又要见到个人喺呢、這个喺动又见佢，静又见佢？你好似涉青鬼咁，由朝到晚跟住我。咁你嗰阵时，你系咪用咗正念去面对呢、這个呢、這个念？唔系啊，正念即系话我正确地知道而家呢个念头出现系乜嘢，而呢个念头佢存在嘅法则系乜嘢？ 佢存在个法则就系无常，佢存在个法则就系变化，佢存在个法则就系唔为永恒嘅，佢存在个法则就系因缘所生。哦，所以呢、这个呢、这个正念实在系系一个很好好嘅我哋修行嘅好方法嚟噶。啊，当你念念相续嘅时候，当你念念相续嘅时候，你自自然就会出一个定啦，呢个人就会静静啦，吓。 咁但系呢个定啊，系咪求翻嚟嘅？当你要求个定嘅时候就话俾你听下，唔系求唔到嘅。当你越求嘅时候，你越走嘅。点解我仲唔定老落嚟嘅？师傅，点解我打亲我打亲做到咁多妄想噶？师傅，我打亲做到成日喺入边同自己讲嘢啊，叽叽咕咕叽叽咕咕喺度讲嘢啊。咁你咪讲咪由佢讲到够咯，你唔好理佢啦。点可以唔理佢？点啊？点咩叫唔可以唔理佢啫？ 就系可以唔理佢噶嘛？呢、這个就系要学咯啊！咁你个、那个妄念出现，只只怕点啊？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嘛。我哋唔怕念头走出嚟，但系我哋只怕自己冇觉察，跟咗个念头走啫嘛。最紧要就系我哋有觉察吓。咁、啊、所以你话吓呢个正念出现嘅时候，佢念念相续嘅话。 佢就自然会培养到一个定出嚟。啊，呢、这个系八正道第六第六支。诶、呃，四五四五六你睇到系蓝色嘅，系浅蓝色嘅。浅蓝色嘅即系代表咩啊？代表我哋收紧定。前一个系收紧戒，吓、啊、黄色系收紧戒，戒即系解道德啦。吓、啊，一二三系搞戒搞戒，戒即系话我自己点样规范自己，点样让自己唔好去。 做一啲自己伤害别人嘅事，戒即系点啊？止恶修善咁解。第一部分就系止恶，第二部分就系修善。咁四五六咧就修一个定啦，定即系话如如不动，心如止水，八风吹不动，端坐止金年」，你都听过啦，系咪啊？苏东坡同阿佛印老和尚，系咪啊？一屁就打过江。 咁啊，所以嗰、那个咪就话佢冇定咯，吓、啊。咁我第七咧就叫做政见啦。咩叫政见咧？政见即系叫做见地，即、就、系、是、view，right view，proper view，叫 s u m m e b o d y 喺喺喺巴利文度讲，咁即系话见到只鹿就知道系只鹿啦。你唔好话指鹿为马，指鹿为马即系冇政治正见啊，啱唔啱啊？吓，咁你或者你。 呢个世界上冇因果法嘅？诶，呢个就系冇正见啦。啱啱啊？呢、这个世界上明明有因果法，点会冇因果法啊？你试下揸车唔唔唔唔唔跟交通规则啊嗱，你试下，你即刻落嘅个因果法。啊，你试下坐飞机唔买飞机票啦。啊，你试下入去飞机舱嗰度抽抽烟啊嗱，冇因果法。吓、啊，你试下，系咪啊？ 一定有因果法，咁如果你冇，你觉得冇因果法嘅话，即系你离开咗呢个正件。啊！所以我哋要明白啦，呢、这个正件实在最终系教我哋咩？最终系教我哋要明白呢个宇宙真真正正佢个生灭变化，佢真真正正存在嘅真理系乜嘢？呢、这个真理先至系真真正正嘅见。我哋好多时就冇呢个见，当我哋冇呢个见嘅时候。 我哋就唔明白，原来一切喺我身边，无论系喺我身边，因为我自己都系不停咁生住而灭，生住而灭，成住坏空。好啦，第八叫做正思维，正思维即系 right thought，即系谂嘢概念。咁我哋嘅思考系咪同呢个真理互相呼应咧？有啲人咧就叫呢个正思维咧叫正治。 志即系士心志个志志向，点样我哋确立一个我哋人生最正确嘅人生目标呢。咁咁实在，无论你系当佢系正思维又好，正志都好，我哋要睇睇我哋嘅去向系唔系同我哋个思考系唔系沿住一条正路而去。如果我哋唔系沿住个正路去嘅话呢，正确嘅方向去嘅话呢，我哋个思考会出问题噶。 咩一个正确嘅思考咧，或者正确嘅概念咧，等于好多人有啲人啊上嚟啊学佛啦，或者学打坐啦，点啊？佢打坐嘅时候，佢就谂住，嗯，我嚟打坐咧，我睇下我几时可以见到佛先，我几时会见到光先？一味就谂住见光见光。见光 点解见光？点解成日都见唔到光？个头都皱到眉度咧，即系啲纹都冚唪唥行晒啦。你你擘大眼都有纹喺度你都见唔到光。咁点解会见唔到光啊？师傅，点解我仲见唔到光啊？咁啊，坐完几日出嚟，师傅你系咪可以发张 shot 俾我，话我诶诶有个 certificate of enlightenment 啊？吓 <laughs>，我话对唔住、啊，开唔嘅开啊，要揾揾。 悭翻住先咯，佢话几多钱买张买张 shirt 啊？哈哈即系你、這个呢、這个系咪好大问题啊？呢、這个思维出出错咗啊！谂住我打错我就会，哎呀我错到咁上下咧，我就会见到冲一声会出光啊！啊，嘭一声个佛喺度摸摸住你个头啊！哇！我心谂你真系搵嚟搞啊！你快啲搞掂佢啊！搞掂呢、這个呢、這个思维，如果唔系咁话点啊？ 你今日錯一啲，聽日又錯一啲，後日又錯一啲，嗰兩日你行咗去嗰邊啦，你離開咗個正道好遠好遠啦，嚇、啊！所以啊，我哋要明白啊，記住啊，唔好搞錯、啊啊、呢樣嘢，嚇、就、嚇、是。咁咧呢個咧就係誒八正道啦。呢、这個八正道咧教我哋咧係從一個一個由我哋身體，然後再由我哋個心。 佢一路一路修改我哋自己，嗱，希望点啊？循住呢个八正道嘅话，我哋树立一个正确嘅人生目标，然后用正确嘅态度，然后用正确嘅生活方向去活我哋嘅生命。啊，咁如果我哋，如果我哋真系依正个八正道嘅话，我哋会。 少好多苦噶，少好多苦噶，吓、啊、咁你少好多苦，希望啦。当我哋少好多苦嘅时候，我哋就自渐点啊，安乐自在啦嘛，系咪啊？咁啊，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啊，以无所得故，点解要以无所得故，无智亦无得？我哋认识到啊，一切都系因缘所生法，放弃咗对任何嘅境界嘅执着，其实都好难嘅。 真系放弃咗对境界嘅执着，实在好难。要我哋明白，原来而家呢个心识起起现嘅时候，喺一切因缘而起，系啫。讲就容易，做就好难。但系菩萨真系做得到，因为菩萨有心嘅波嘢，佢见到一切都系因缘所生，所以佢冇佢唔会起执着，所以叫做无德。咁都因为佢。 佢因为佢无所得，佢无佢唔会希求要有所得。当我哋有希求有所得嘅时候，呢、这个就系妄心，呢、这个就系妄念，呢、这个就系有求。当你有求嘅时候，你就系点啊？有个妄念。当你有个妄念嘅时候，你就系冇智慧。当你冇呢个妄念，呢、这个冇所得嘅时候，你个心就系一个清净嘅心。 当你一个清净嘅心嘅时候，就系、是、叫做有智慧；当你一个清净嘅心嘅时候，就系、是、叫做点啊？得清净嘅时候就系、是、无智吓。咁、啊、所以你话你，当你个妄心自然啊息灭嘅时候，根本有乜所谓？有冇智慧？有冇所得？唔需要智慧，唔需要得。 因为我冇妄心起嘅时候，我个心自然安静。你嗰阵时，你唔使求智慧，你都有智慧。因为点解？你冇妄心啊嘛，你冇妄心就系清静啦。清静嘅时候，你唔使求智慧，都有智慧。佢呢度解无智亦无真，即系话我哋唔使求，以无所得故，一切都唔系话求翻嚟嘅。 当你要求嘅时候，就系点啊？就系、是、得啦嘛，有所得啦，吓、啊，明嘛？所以我哋知道啦，我哋知道咧，如果我哋要求嘅时候咧，我哋就系落咗一种希望，落咗一种回回报，呢、这个全部如果系。 以菩薩嘅修行嚟講嘅話，我哋就係點啊？落咗一種油。咁當然一路都講啦，我哋係要從有開始學習，將呢個油寫咗，咁我哋就明白，希望能夠去到個空嗰度，即係希望點啊？由個兔仔嗰度，我哋變成一馬，再由只馬嗰度，我哋變成只大笨象。但係係咪咁容易咧？ 有咁细只，一路变到咁大只，系咪咁容易呢？唔系容易，但系系做得到啊！菩萨知道空系我哋解脱我哋苦难嘅一个道路，但系凡夫要系有咗智慧波嘢，先至能够明白，所以叫做有所得。明白吗？啊！菩萨唔需要，所以叫做无所得。啊！ 所以话喺大大波野经讲咧，佢话一切法不生则波野生，一切法不现则波野现，明白？一切法不生则波野生，即系话我哋知道一切法系生灭、生灭、生灭、生灭。佢生嗰阵时候，我唔使执着佢生；佢灭嗰阵时候，我唔需要执着佢灭。当我哋能够睇到一切法系咁嘅话，就系、是、不生不灭嗰阵时，就系一个新嘅波野。咁你睇下，哇！你话哇～ 咁咁高深嘅，实在好简单嘅啫。所以点解以前啲古啊高增大德或者圣人讲啊，大智若愚啊，你蠢蠢地你就会明。当你越聪明嘅时候，你就越蠢。因为点解啊？我哋好多障碍啊，因为我哋好多框框框住晒我哋。但以前嘅人讲啊，叫虚怀若谷啊。 咩叫虚华若谷啊？我哋个虚心咧，好似个山谷咁大嘅。你一叫咧，嗰把声系会点啊？回翻翻嚟嘅。个山谷系无穷无尽咁大嘅。但系当我哋个心一细嘅时候，我哋有冇回音没有啊？冇啊，系咪啊？所以点解啊？如果我哋越要谂嘅话，哇！师傅点啊？即系啲无知亦无得以无所得嘅咁，究竟咩啊？无呼集灭到，明明有呼集灭到啊！ 你明知苦集灭都都系因缘所失法，智慧亦都系从空而去有，从有而去空。吓，所以喺世间嘅大修行人嚟讲咧，有大智慧嘅人唔系标榜自己嘅智慧，亦都唔会话：，哎，我已经有大智慧啦。当又话俾你听，有大智慧嘅人，你千祈唔好信佢有大智慧。有大智慧嘅人系唔会话俾你听佢有大智慧。 就等于有神通嘅人唔会话俾你听我有神通。以前初期九几年嘅时候，宝林都系仲系诶好简朴嘅。而家宝林都仲好简朴，即系加诶诶诶香港宝林。有一次有有啲居士就见到我哋啲雪柜咧甩甩漏漏，就送咗呢一个大雪柜嚟，两道门嗰啲不锈钢诶中间玻璃嗰啲啊。 咁嗰啲咧，你知咧有 c o m p e s s o r 嘛？有個叫做變壓器啊，係咪噴水、啊？佢一佢一一度咁嘅温度，佢要要要要將佢冷卻嘅時候，佢就轟一聲噶嘛，係咪？咁咧，實在搬個雪櫃嚟嚟到嚟到,到寶林都幾幾艱難嘅，因為冇我哋冇車嘅，車唔去得到嘅，一定要行。後尾先有瀑駁仔，即係有啲 golf car 嗰啲咁樣樣叫我叫農夫車，仲比 golf car 細啊！我搬咗個咁嘅雪櫃嚟。 師傅話：你搬個雪櫃嚟做咩啊？佢話：哎呀，師傅啊，上面個雪櫃甩甩漏漏啊！師傅話：真去柴房啦咁，真去柴房。然後咧，真係吩咐你哋唔可以用啊！嚇，呢個雪櫃佢一揼嘅時候咧，坐住晒個個喺下邊坐船咁。咁啊，個個個個梗係唔敢用啦。咁啊，要為擠擠啲乾貨啊成成。嚇！咁啊，師傅出去好似去新加坡講心經，唔知道新加坡定馬來西亞講心經。夏天好熱啊，好多冷好多冰嘢嚟咗啊！ 唔够雪柜用，佢哋走去插着咗个雪柜。嗰晚,晚师傅打嚟电话翻嚟 <laughs>，你哋记住唔好用个雪柜嚟！哇，吓到佢啊！你知嘛？你知嘛？你明我讲咩嘛？喺新加坡佢叫你唔好用个雪柜喎。哇，吓到我啲师兄个个个个快啲将啲冰嘢冚唪唥搬晒出嚟，啊，崩翻个雪柜出嚟。 我師傅真係好神奇，我係同我有一次同佢講啊，我係搭搭大嶼山船啦，翻去翻去翻去大嶼山啊。咁啊買咗杯咖啡俾師傅，咁啊我師傅好中意食白力芝啊，一杯咖啡一杯白力芝咧，咁佢啊笑口噬噬，咁啊咁啊同師傅話，我師傅師傅啊，啲人咧話你有神通噶咁喎，佢望下我啊笑啊，我哪里有神通咧？但係六零今日有少少咁啊。 话你啲掌声太太太零声啊！佢话 <laughs> 第六零咁啊有少少，我冇神通噶。有大智慧嘅人，佢唔会话俾你听有大智慧；有大神通嘅人，佢唔会话俾你听有大神通。千祈啊，千祈我话俾你听，如果有个人话俾你听啊，你听我讲啦，你信我啦，我开咗五日啦。 我有智慧啊！我睇到乜嘢噶？我话俾你听，你千祈唔好信，你快啲咧拿起个包，你就好走啦。真系噶，而家太多呢啲咁嘅人啦，太多咁嘅人啦。吓吓咁啊，因为点解啊？有智慧嘅人，佢唔需要话俾你听有智慧，因为空性佢先要有智慧。佢睇到个空性先有智慧，佢点解会执着个智慧？啱啱啊？有智慧人系唔会执着个智慧噶，所以佢先有智慧啊！ 系冇智慧嘅人先至執着個智慧，先話自己有智慧嘅咋？聽得懂嘛 <laughs>？OK 以。以前咧，漳州咧，以前漳州咧有一個有一個誒好窮嘅好窮嘅出家人，哦好窮嘅人喺喺喺咗寺廟出家。喺寺廟出家，佢乜都唔識嘅，唔識睇字，唔識寫字，乜都唔識。咁啊，成日咧就喺度擔擔擔柴，誒誒誒燒水咁樣樣。 咁有一日咧，有個誒遊遊方僧咧，即係雲遊僧咧，就嚟到啦。咁啊，見到佢咁勤力，佢話：，誒、hey,，你點樣修行㗎？佢話：啊，修行咩叫修行啊？咁佢話：啊，你連修行都未係咩？你都唔知啊？佢話唔知啊，我日日都係咁樣望住擔柴誒執誒誒誒擔柴擔水咁。佢話嗱，咁不如咧，我俾個方法你啦，你就自己去去去努力一下咁。佢哦，好啊。 诶，你你去留意一下咩叫念佛是水咁咯，哦，好好，咩叫念佛是水？咁啊，日夜咧就挂住呢个念佛是水喺个心上边。后来咧，佢就离开咗间寺庙咧，就去山洞度修行。咁啊，都系一路喺度参个念佛是水。因为参个念佛是水咧，咁佢有佢个姐姐就知道上咗山咧，就攞咗啲布啊，攞咗啲食物俾佢。咁我挤咗去山洞门口，就话俾佢听：，诶，诶，师傅啊，师傅啊！

咁啊，後來咧有一個逃難嘅人咧，經過呢個山洞咧，就好肚餓，就話：，咦，明明呢度好似有人咁啊！佢話：有冇人啊？有冇人啊？我好肚餓啊！好肚餓啊！咁，咁呢個僧人咧就出嚟就話：，哦，得，你肚餓啊？我俾啲嘢你食啦！咁咁喺地上咧執咗幾粒石仔，咁啊，擠落個煲度，擠啲水嚟煮啊！煮完出嚟咧就俾嗰人食，嗰人食完咧就好似我哋食 new potato 咁啊！ 哇，咁好食嘅！佢話：嗱，你千祈啊，食完唔好落山講啊，話我煮食仔俾你食啊，知唔知啊？咁實在呢啲就係大神通。咁咧呢個人咧，後來咧，佢就覺得要落山咧，就去同人哋結緣。咁咧就去到廈門，去到廈門嗰陣時咧，嗰陣時係萬歷年嘅時代。萬历年嘅時候咧，皇太后咧就誒誒誒誒誒死咗，死咗咪叫駕崩啊！咁咧嗰度廈門嗰間寺廟啲和尚咧就好緊張喺度收拾個細院。 咁佢就话：咦，法师法师，你哋去边啊？咁佢话：诶、哎，我哋要上京城啊，因为皇太后咧就诶诶、呃呃、死咗，诶、呃、皇帝咧就落咗个诏诏诏令咧，就要我哋咧去上去京城帮皇太后做超导咁。佢话：我又去啊，我又去啊。佢话：你咁老到，冚唪唥都烂衫烂烂裤，你点去啊？诶、呃，你识念经咩？你连字都唔识過。」佢话：我识同你咩行李啊？ 咁我佢哋话哦，有人孭行李都好啊！嗰阵时边有飞机啊？系咪啊？又冇高铁，系咪？咁啊好啦，俾你跟啦咁。咁啊，如此这般啦，佢哋去到去到嗰度啦。咁咧嗰日咧，皇帝咧就睇到，皇帝咧就话，皇帝咧就诶发咗个梦，发咗个梦咧就皇太后就同佢讲，福建漳州有一位高僧，佢咧就会嚟，佢会嚟超度我噶吓、啊，你一定要请佢入嚟。 超度我咁，咁啊皇帝就咁奇怪。福建漳州咁，佢哋呢班呢班法师咧就系全部喺福建嚟嘅，咁唯独佢咧喺漳州嚟。咁佢嚟到咧，咁啊皇帝就话：我点知边个系高僧啊？咁咧就皇帝就吩咐啲士兵咧，就喺个门铲嗰度咧，就埋咗本金刚经落去。埋咗本金刚经咧，咁嗰啲法师嚟到啦，嚟到皇宫啦，咁啊入咯，系咪啊？咁啊大摇大摆咁入咯。 咁啊！呢个孭住得行李，去到门槛嗰度，砰砰就跪咗喺度，跪咗度就合十合十顶礼咁喎。咁啲士兵话：，喂，你行啦，后边仲有人孭紧行李啊！佢话我唔行得，我唔可以过去噶。咁佢话：，你快啲行，一日你就行开。我我唔行得，唔可以再行咁喎。佢话我唔可以跨过呢、这个门槛咁。咁我，冇。呢、这个士兵就觉得奇怪。 都唔可以跨过门啦，入去话俾皇帝听。哎，出边有个有个怪和尚啊，又污糟又邋遢，硬系就唔肯跨过个门啦。咁个皇帝个出边嘅士兵唔知道有本金光镜，系皇帝同埋有几个士兵知啫嘛。皇帝话：哦，呢、這个梗系性憎啦。咁咁啊，走出去望下去，哇！一睇性憎系如此这般的咁。咁我话，佢话嗯，佢话你诶，点、呃、解你唔可以去啊？佢话。 呢度有本金刚经，我唔可以跨过。你唔可以跨过，你可以打翻斗过啊？吓、啊，打个关斗过去啊？哦、啊，佢话啊系又得，两只手嘣一声咁啊打咗个翻斗入咗去皇宫。入咗去皇宫咁啊，但系皇帝都觉得都唔系好对路嘅呢个人，点会系姓曾咧？喂系咪？我因为我哋成日都会点啊？我人我哋人以人貌相，以相去貌人系咪？派啲宫女咧就同佢讲。 啊，因为要要开坛啦，咁你吩咐我点整个坛啦？咁佢话得，嗱你整一个台，上面即挤个法座，即系个幡，幡你知道啦，即系挂住，譬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咁一个好大嘅幡。佢哋挂个幡，即系个,个法座喺度，即系个即系个香炉就得噶啦，乜都唔使，即系即系啲水果咁得。皇帝话：吓、啊、咁叫做做大佛事，超度王太后，好似简单咗啲喎。唉、哎，不如算啦，佢佢。他 佢可能系性增啦，不啊见佢咁污糟，点样星座说法咧？又想测试一下佢，咁啊叫两个宫女啊同佢冲凉，咁啊叫佢两个宫女同佢冲凉，咁啊宫女同佢冲完凉就禀个皇帝，皇帝皇帝同佢冲同佢冲凉，佢如如不动噶，咁咁啊冲完凉出嚟就星座说法，咁皇帝话：诶、哎、呢、这个真系性增嚟噶，即、就、系、是、两个宫女同佢冲凉，佢都如如不动吓，一啲声息都冇，咁啊好啦。 就依法行事就好赞叹佢就话，话同佢啊好啦啊阿师傅师傅法师法师诶时间诶到啦诶、呃、去超度皇太后，佢话好一登一登坛，佢一问讯，问完讯之后佢讲佢讲咗几句说话，佢话我本不来，你偏要爱，我本来就唔嚟嘅，你诶偏要我嚟，一念无生超升天界。 佢話一念都唔可以生气你即刻就離開去超升天界。講完啫嘛，落嚟，落嚟，做完啦，走啦。<laughs> 即係等於如果我心經第一日講完嗰四句偈啦，我就話俾你聽，我講完心經啦，走啦咁。咁啊 <laughs>！皇帝話唔係啊，太簡單啦咁樣我皇帝后超升咗，但係嗰頭皇帝一起呢個念，佢聽到皇帝后把聲，我而家離開啦。 我升天啦、啊，皇帝又即刻就顶你。皇帝即刻顶你。咁啊，皇帝因为当佢姓曾啦，系咪？然后就带佢去行花园啦。咁行花园，佢话：，哇，皇帝，皇帝，你条裤好靓啊！因为冚唪唥都龙啊嘛，系咪皇帝嗰叫龙裤啊嘛，龙咁啊。皇帝话：，哦哦哦，你中意啊？俾咗你啦。咁啊，除咗俾佢，所以从此咧就叫做龙裤法师、龙裤国师嚟，佢个名叫做「龙裤国师，真系有个咁嘅有个咁嘅典故出现。 咁啊，去到皇帝的公看到、啊啊这个公园咧，就见到哇，好靓啊，好靓啊！呢个公园有个塔很漂亮，好靓，好靓。佢话皇帝，皇帝呢、这个佛塔咁靓，诶、嗯，不如送咗俾我啦。皇帝话得，我搵人搬啦。诶、哎，诶、呃，士兵士兵，佢话唔使得噶啦，一手就将个佛塔立咗落个衫，就一升升咗天就唔见咗。嗱，呢啲就大神通啦，呢啲大神通。话俾你听，有神通嗰啲人唔会出声，吓、啊，佢一显现俾你睇嗰时，你有福添啊。 咁我话菩提萨多依波耶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啊，无挂碍故。佢话菩提萨多，菩提萨多即系解菩萨咁解。呢、这个系实在系 d 民嘅波多沙佛嘅嘅职业啊。菩提萨多即系咩话咧？菩萨咧能够自己觉悟有情嘅世界，而且能够帮助有情众生要离苦得乐啊。所以点解叫做菩提萨多？即、就、系、是、叫各有情咁解。 咁话排你，譬如,如观音菩萨，咪系咪菩提萨多啊？观音菩萨算唔算系菩提萨多啊？算啊！观音菩萨点啊？佢话以何身以何身得道者，应以何身以为说法啦？系咪？以男子身得道者，应以男子身以为说法啦？系咪啊？咁你话观音菩萨千处祈求千处应，苦海常作渡人舟，所以点解我哋中国咧就有一个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咁你以为佢真系千手千眼咩？ 千手千眼即系代表佢点噶？无穷无尽嘅力量啊！无穷无尽嘅，佢佢每一只手都攞住一个不同嘅法器，即系话佢有好多不同嘅能力去面对不同众生出现嘅不同苦难。咁点解千眼啊？即系睇到好远。咁你就苦海上作。点解叫观世音菩萨啊？即系观，即系话佢能够听得到。 用耳仔观得到个心观得到世间求苦嘅音性。吓、啊，所以如果你系一心一意念观想菩萨，唔系一个妄想中念观想菩萨嘅话，观想菩萨点帮你啊？攞只手掉落嚟俾你啊？唔系啊，而系当你个心好静喺个观音菩萨个圣号入边嘅时候，你就同呢个宇宙慈悲嘅能量，观音菩萨代表慈悲嘛，喺同呢个宇宙观音。 诶，同呢度嘅宇宙所有慈悲嘅能量，不单止净系观音菩萨，所有慈悲嘅能量就系观音菩萨嘅显现。咁你就同慈悲嘅能量接轨。当你人接轨嘅时候，就系、是、观音菩萨喺你嘅心中。啊，你估真系观音菩萨真系成个木头咁啊？俾个手你，帮下你，抌个法器俾你啊，敲醒你咁咩？唔系啊，吓、啊！所以我哋一定要即系有啲科学啲咯，明白啲咯。 发翻好科学嘅，唔好咁迷信先得噶，系咪啊？咁啊，好啦，咁佢即系呢度嘅解释就话，因为菩萨有好大嘅智慧，啊依波嘢波罗蜜多故，佢因为依佢呢个心嘅智慧，所以个心无挂碍。挂碍即系咩意思啊？挂碍咩意思啊？挂碍即系话有执着，有障碍。嗱，呢啲咪叫挂碍啦。

我哋啊咩啊，我哋系贪生怕死，最紧要唔好喺我面前讲个死，唔系我啊，即系最紧要唔好喺我面前讲个死，最紧要唔好喺我最好喺我面前讲个生，吓、啊，老细点解啊？以前啦，啊，以前我哋咩咧？诶、呃，过年嘅时候咧，过年嘅时候啊，阿阿妈就一一一定唔俾我哋讲个死字啊，一个年初一讲个死字啊，大吉利是。 又话哎呀，我嗰阵时细个唔识啦，咁啊见阿妈咧就逢真连三十晚咧半夜三更去完花市翻嚟咧，先至走去炸角仔嘅。朝头早三点钟先走去炸角仔，我哋个个瞓晒觉啦。咁我就系好多时候要起身去洗手间，一起身洗手间就见到阿妈喺度炸角仔，我就好八卦咁走埋。哎呀，我有屌啊，我有啊。咁阿妈啊，嗱你唔好料料料，唔好搞乱佢啊吓。咁我咁我又。

啱啱過年都未過年，你就話只國仔穿咗啦。咁你呢呢年點會好咧？你話佢哋就會有點啊擔心嗰年唔好，因為點啊迷信嘛，係咪啊？嗱，我哋有智慧嘅人就唔會咁迷信啊。有智慧嗰陣時候，我哋唔覺得係掛礙啊，冇擔心冇嘢，因為點解我哋知道嘛？有生就有死，有來就有去，有生就有滅，係咪？唔係話你唔講，你唔聽，你唔見就唔使死。 有啲人系俾病吓死，我见过好多人啊！真系一听到话自己 cancer，嘣嘣跳楼死。我至少起码识到有五个人系咁，无论年轻年几大嘅，好能能噶、哦。医生话：哦，你有 cancer，咁又阵又冇人，即系可能又冇屋企人陪佢嗰次嗰阵，有屋企人陪佢，但屋企人冇谂到佢会跳楼，好能能噶，真系好强健噶。佢嘣一声喺屋企咁就跳咗落去啦。 点解？点解啊？咪就吓死，怕死，但系早啲死谂住，唔好俾个病搞死，自己搞死自己。所以啊，我哋实在好多时咧都有恐怖啊，因为我哋有挂外故，所以有恐怖啊。吓咁，但系菩萨有心智慧就无挂外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乜嘢叫颠倒梦想啊？错误。 不真实嘅想法就叫做颠倒妄想，即系话咩啊？系黑你就话佢白，系啱你就话佢错，系正你就话佢邪，系邪佢你就话佢正，你咪颠倒啊？系咪啊？反转晒嚟嘅，吓、啊、完全都唔合唔合唔合逻辑，唔合实际嘅。咁咩叫妄想啊？妄想即系话都唔实在嘅嘢。 我哋一搣埋隻眼啦，你試下搣埋隻眼啦，一諗諗到諗埋晒啲唔等仔嘅嘢，唔拉更嘅嘢，嗰啲咪叫妄想咯。咁你事事實實而家做緊啲乜嘢，你又唔去諗喎、啊啊，又唔去做喎、啊，硬係就喺個腦袋度諗。有啲人咧睇你就知道佢佢佢好顛倒妄想啊，因為點解啊？想到兩隻雲精都捏晒入去啊，諗到即刻摸下自己有冇嚇、啊？<laughs> 啊，真嚟噶！ 谂嘢谂得谂得好緊要嗰啲人真两只云，真係兩隻雲章 l 晒落去噶，嗰啲真係要勸下佢哋啊！你咁你唔使俾人摸，你唔使驚，<laughs> 你都唔係好顛倒妄想啫。嚇，錯到第四日啦都 OK 啊。咁 <laughs> 如果係顛倒妄想，唔緊要有得救啦，因為你今晚聽咗唔好自己顛倒妄想。 又冇特登攞啲頭髮遮住晒佢，諗住諗住遮住就冇事啦。啊，誒，現實啲，望清楚自己。啊，如果睇，哦係喎，雲章攣晒落去。師傅話呢個多嘢諗啊。哎呀，唔好諗啦，唔好諗啦。一自己又諗，哎呀，唔好諗啦，唔好諗啦。誒，唔好諗啦，諗啦，諗咩啊？誒，翻翻嚟，翻翻嚟，翻翻嚟。咁啊，所以你有四種嘅顛倒妄想。咩叫做四種嘅顛倒妄想？以上。 以為樣樣嘢都係永恆嘅，以為樣樣嘢都不變嘅，呢、这個就係顛倒妄想其中一個妄想，一個顛倒。咁第二個顛倒咧，以唔乾淨嘅嘢為乾淨。乜嘢叫唔乾淨嘅嘢為乾淨咧？有時啲人咧就話，誒、呃，譬如以前啦，嗬，誒，以前我記得啦，我細，我我我細個嗰陣時候，我媽成日咧就喺度，誒、呃，揾啲雞啊，揾啲鴨啊，走去拜拜。 买个公仔啊官 r a 咁啊，到到学佛之后，佢就知道原来嗰啲唔啱啦。咁啊，以不正为正啦，系咪啊？佢唔识啊嘛。咁啊，日日咧就逢春初一十五咧，就叫我帮佢接咩啊？接金银衣纸，就攞啲元宝搭个元宝，元宝盘，然后就接啲金银衣纸上去。咁啊，好似我冇嘢咁玩游戏啫嘛。即系好似佢而家佢哋细路仔接嗰啲咩嗰啲叫咩？ 系 origami 咁啫嘛，系我都系接 origami 啊，不过折金金文啫嘛，又今日又有元宝咁啊，接一呢啲。佢以为呢个就系一种一种诶、呃、清静嘅诶 offering 啊、呃，诶诶奉献啊，捐献咁实在系唔啱噶，系咪啊？你杀一只鸡走去献捐诶诶贡贡献俾供供养观音菩萨都唔啱啦，吓。咁你话以苦为乐。 明知自己嗰个炉啊系热嘅，系辣嘅，系火嚟嘅。你明知啦，你都要走埋去，走埋去辣自己，以苦为乐。喺《阿含经》入边有个故仔，我哋嗰种愚痴咧，就系、是、好似一个麻风嘅病人。大家知道麻风嘅病人啦，你我谂你哋呢代都应该有啲见过，我都见过，因为我以前诶医、呃、做嘅时候，我都医过好几个麻风嘅病人。 因为佢哋好多病，好多好多好多疮啊！吓，啲啲啲脚好多疮啊，诶，好好犀利。咁咧喺喺《阿含经》咧、这个古仔点话咧？就话、是、啲麻风嘅病人咧，佢痕起上嚟痛起上嚟咧，好辛苦嘅。佢点样啊？去攞个火啊，去弹自己。点啊？因为个火弹自己嘅时候，嗰、那个热咧令到嗰、那个令到,、那个、令到个痕、那个痛咧系会暂时点啊减少。 呢个咪如痴咯？呢、这个咪如痴啊？系咪唔啱啊？系咪啊？咁咪以苦为乐，实在佢谈自己嗰阵时候，实在系苦嚟噶，因为你有有 leper 有 leprosy 啊嘛。但系因为谈完之后佢觉得舒服，咁咪以苦为乐啊？系咪啊？咪唔啱咯？呢、这个咪呢个咪颠倒咯？呢、这个咪一个其中一种颠倒啦。咁另外一种颠倒咧就系、是、以无我为我，即系咩咩？执着呢个身体。 当呢个身体开始变坏啦，变坏啦，哎呀，好似我啊，我我我阿爸,爸我老豆啦，九十六岁啦，你听过我啦，我个老豆最出名噶啦，叫陈伯，啊，我叫佢做陈小明，唔、啊、我叫陈伯，阿阿阿陈师傅叫佢做陈小明。咁咧就话，佢前几年中咗风啦，中咗风差唔多五年啦，中完风之后，我我教佢咯，我话，阿老豆啊，爸爸你行路咧就将只脚提起啲。

系咪啊？以我，以我呢、这个我，佢执着咗呢个我系唔可以变嘅，呢、这个身体唔可以变嘅啊！呢、这个颠倒就系真系会系咁噶，真系咁噶吓！所以我哋要明白咯，唔好以为系小事，唔好忽略咗佢啊！一个念头错咧，慢慢呢个念头会一路一路增长。有一对有一对夫妇好恩爱嘅，咁啊结婚周年纪念啊，咁啊话。 翻到嚟咁啊，丈夫，哎，不如我哋去饮酒咯，诶、呃，开啲酒嚟饮。咁啊，以前咧系好多咪攞啲大酒缸嚟酿酒嘅，系咪喺个地牢嗰度。咁我太太话：好啊，好啊，你落去不不不不接走上嚟啦。咁啊，咁、嗯、啊，落、嗯、到、嗯、去一打开个酒缸，咁啊想不走。诶，即刻冲怒气，匆匆走上嚟。你有冇搞错啊？你趁住我出咗门，你就去勾三搭四？点解下边嗰、那个？点解下边个酒缸有个男人喺度？

咁咪啲梦想啊？吓咁佢话有冇搞错啊？明明系个男人个老婆就，明明系个男女女人个老公就，明明系个男人。吓，明明个、啊、有个师傅就嚟到，佢话你哋两个嗌交嗌到个嘈做咩啊？佢话系啦，佢又勾三斗四。」呢个又话佢勾三斗四。」佢话喺边度啊？个男人同个女人喺个水缸嗰度。啊得啦得跟住嚟攞个锤一打烂咗个水缸，啲走走走晒冇晒个男人冇晒个女人。 你系咪颠倒梦想啊？呢啲咪颠倒咯，系咪啊？咁啊以影为有喎，以个真以个影为真啊？系咪错啊？系咪颠倒啊？我有个朋友啊，我以前见过一个女士，咁嚟到佢嚟佢嚟，我见到佢喎，佢着对五寸个高踭鞋，咁我实质就唔知有几高，因为着咗对五寸高踭鞋，我唔可以想象。咁我入到嚟入到嚟保林，咁我哋保林啲冚唪唥都要除鞋啊嘛。 除咗鞋喺度，點解我見佢都仲係咁高嘅咧？咁原來佢係趷高腳嚟行㗎。佢係咁咁啊！我望住佢，佢真係行邊度都係咁。呢度又係顛倒，即係唔可以承認自己原來係矮咗五寸，永遠都要將自己係維持五寸高。呢度唔係顛倒夢想，呢個係夢想，呢個係妄想。啱啱啊！真係有啲咁嘅人，我我真係。 我第一次见，又好少有人着五寸高踭鞋嚟寺庙嘅，咁就佢真系滴跌滴滴跌咁，我见到点解佢行路行得咁爽嘅？点解一鞠躬就哇！我真系跳芭蕾舞去好掂啦，系咪？真系好奇怪！即系嗱，呢啲就系妄想，呢啲就系呢啲就系颠倒。所以我哋啊要明白啊，呢啲妄想，呢啲颠倒啊，喺边度嚟嘅？喺欲望度嚟嘅。我欲望我自己。 五尺七寸高，所以咪加高唔全咯。咁你个梦想，我要五尺七寸高，全部都系欲望。呢、这个欲望系种推动力嚟噶，就等于我琴日讲个魔打。呢、这个魔打，你知唔知啊？令到我哋点啊？令到我哋有好多嘅好多嘅想法出嚟，令到我哋嘅行为可以走偏噶。 啊，所以我哋要记住啊，唔好追，唔好喺呢个网上嗰度一路一路追求，一路追求，一路追逐，因为我哋系会好疲倦，好辛苦啊！哇，仲系讲紧第八啊，唔唔紧要緊，唔使开快车啊！所以我哋明白啦，啊，实在我哋最紧要知道咧，即、就、系、是、生死呢个大事咧，我哋我哋实在我哋可以处理嘅，你睇下。 有一个有一个禅师叫懒残禅师，你谂下佢懒成点，咁样残成点啦？喺 <laughs> 唐，佢喺唐德宗嘅时候咧出现嘅，喺到南漠嗰度咧，佢佢瞓喺牛棚嗰度啦，又乜都唔做嘅。佢咧有一日咧，个地方官咧就要嚟，个地方官要嚟拜访，修路落大雨，咁点咧？嚿大石咁阻住条大，阻住条大马路，咁佢知道啦，佢知道一跳上石挪下挪下、那个石嗰度咁落下落下，嗰个石咧就唔知点样就滚咗去第二度。 开咗条路俾个地方官，乜地方官知道咧有个有个好大神通嘅修行人喺嗰个山上面度，话俾唐德宗听，唐德宗咧就话话俾话咧落诏令要去入京城做国师，官咧嚟接佢嘅时候咧就佢咧就两堂大鼻涕，两堂大鼻涕咧一路流一路流一路流，咁嗰啲官话你咁唔得嘅去见皇帝，你抹咗你两堂鼻涕先啦、啊，佢话。 我哪里有咁多功夫为啲闲人去抹鼻涕啊？佢话中医咧就不了了之，就冇入到京城。后来咧，后来咧，佢个庙出边咧，好多老虎啊、狮子咧，就走来走去捣乱啊、杀人啊。咁啊，张之有一日出去，佢同啲人讲：，你攞支竹嚟，等我出去赶咗老虎走。咁啊，咁啊，揸住支咁恩枝竹咧，就行咗出去。咁就老虎就担咗佢去，咁啊，从此就唔见咗啦。 总之唔见得咧，咁但但咧佢有有个有个诗偈流咗出嚟啦。佢世事悠悠不如山丘。青松蔽日，碧间长流。哇，几潇洒你睇！哇，佢话世间嘅事啊，你可以悠哉游哉啊，都唔及一个山丘咁悠哉游哉。佢系青松蔽日，碧间长流，即系你睇到啦吓、啊，高大嘅松树啊遮蔽咗个日头啊，碧间长流啊喺个喺个河嗰度啊，啲水喺度源源不绝咁啊。 山雲當霧，夜月為陰。佢即係話大自然嘅法則啊，用山用雲啊嚟當我自己嘅帳幕啊。佢話卧藤落下，塊石枕頭，冇一笪地方唔係一笪好地方。塊石枕頭弄個石台枕頭。我哋而家又話要呢、這個，又話要 memory foam，又話要蜜蜂，又話蜜蜂唔瞓蜂就頸痛嚇。佢不朝天子，喜善皇后。佢話我唔中意去朝天子啊！你哋你哋好羨慕我哋咩？ 佢话：佢生死无虑，更复何忧啊！佢话水月无影，我常自宁。佢为水月根本就系冇影嘅，点啊？用人自扰啫嘛！佢话我常自宁，佢话我心常常好安宁。无论见水亦见月都冇问题。万法皆以本自无生。佢万法就系点啊？不生不灭，不救、不正、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佢话阿然无事坐，春来草自青啊！佢话坐喺度冇乜嘢啊，安安自在。春天嚟到，草自自然就青绿噶啦。你使乜谂咁多，挂爱咁多啊？哇！你话佢懒，你话佢惨佢一啲都唔懒，佢一啲都唔惨啊！明嘛？啊！我哋能唔能够改咁悠游自在、咁自自在在、咁安安乐乐、咁处之泰然啊？我哋唔系啊！ 张床争一啲，我哋都要搞搞搞佢啊！张被争一啲，我哋都要整整佢啊！系咪啊？啊！啲咁多堆事啊，已经好喊苦喊屈啦，系咪啊？所以我哋要记住啦，吓学下阿冷禅禅师啊，仲有一个仲犀利，阿、啊、圣空禅师啊，佢话坐脱立亡，佢话坐喺度，企喺度，点都可以死啊！佢话不弱水葬啊，佢话啲不如水葬啦，一省柴火。 二省开矿，佢话杀手变行，不妨畅快啊！佢话挥手就走啦，话知你啊，仲要同你讲 say goodbye 啊，仲要等边个嚟睇完佢先至走啊！佢话谁是知音啊？边个系我知音人啊？佢话船子和尚，船子和尚点走嘅？你知唔知啊？船子和尚啊，揾咗个大木桶，自己坐喺个大木桶入边，个木桶有窿嘅。 入水噶，就系、是、走得自自在在。佢话随是知音啊，佢系船子和尚啊。你谂下，我哋能唔能够咁样啊？助脱立亡啊！快啲学添啊！一省柴火，二省开矿啊！第三做咩？第三省杀灰啊？知唔知啊？无论你个灰要杀海定杀杀杀山啊！冇搞咁多嘢啦，系咪啊？不妨畅快啦！ 轻轻自自在在啦，吓、啊、来去都自由啊，系、啊、好第九成佛之道真系好啦。佢话三世诸佛啊，三世即系咩啊？几多世啊？过去世、现在、未来，三世诸佛，诸即系话所有一切佛，一切佛系咩啊？意波嘢波罗蜜多过系因为有好深嘅智慧而成佛嘅。 佢话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个阿耨多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即系话无上正等正觉呢、这个无上正等正觉点嚟噶？因为诸佛菩萨未成佛之前系修六度万行，道万行即系布施、持戒、引辱、精进、禅定、智慧。前五度即系布施、持戒、引辱、精进、禅定，每一个人都可以修，你同我都可以。 唯有第六嘅波嘢智慧，此只至系佛先至有。我同你如果将来成佛嘅话咧，我哋就一定有智慧。所以你哋唔好失望，唔好气馁，因为《法花经》入边讲，你同我都系未来佛。我哋只要俾心机修，我哋一定有波嘢。有波嘢嘅时候，我哋自然就系佛，知嘛？ 所以记住啊，要俾心机，要加油啊！加油，加油，再加油！O、okay? K，知唔知啊？<laughs> 成佛，成佛系因为智慧成就咗，我哋就成佛。就因为成佛，所以我哋先有智慧。吓、啊，呢两样嘢都系噶吓。所以波嘢系能够养育一个修行人。 成佛道嘅，所以喺《大智度论》入边讲，佢话诸佛及菩萨能利益一切，波耶为之母能出生养育啊。佢话诸佛及菩萨能利益一切嘅众生，因为点解啊？自各各他各行圆满嘛。系波耶为之母啊，波耶系养育诸佛菩萨嘅，能出生能养育佢，就等于我哋妈妈爸爸。 妈妈生我哋，吓父母养育我哋，一样。佢话佛为众生父，佛陀系我哋众生嘅父亲、父母亲。所以波野点啊？能生，因为波野能生佛，所以是则为一切众生之祖母。所以波野系所有诸佛嘅 grandma。所以啊。 波耶能生佛是，则为一切众生之祖母啊！佛系众生嘅佛，波耶就系众生嘅 grandma grandpa 啊！所以我哋有一个好亲爱嘅 grandma 同 grandpa 噶，知唔知啊？我哋又有一个好亲爱嘅父母啊！所以我哋一定要时常点啊，怀住一个感恩嘅心。 如果我哋冇呢个感恩嘅心嘅话呢我哋时常呢就会觉得样样嘢都应份嘅。当我哋觉得样样嘢都应份嘅时候，我哋得唔到嗰样嘢，我哋就会起烦恼。当我哋一起烦恼嘅时候，我哋内心嘅佛性嗰块镜呢就会俾啲尘埃遮住咗噶啦。一遮住咗嘅时候，我哋就唔会显现到个佛性出嚟，我哋就唔会有智慧啦。所以呢个系一个点啊？一个循环嚟噶，恶性循环嚟噶。 你睇下几快取？第十啦，<Yeah. S 1> <laughs> 我冇开快车噶，我真系有几多我讲几多噶咋？佢殊性归途就系《心经》第十行，点解修行？点解修行栽培成就波嘢？系一个咁殊性嘅归途，翻翻去一个咁好嘅地方咧？ 佢话故知波耶波轮物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就能除一切苦真实不点解呢段系叫殊胜归途咒咧就系、是、喺佛教喺佛教嚟讲咧就系、是、实在唔系佛教专有嘅喺古印度都已经有呢个咒啦诶、呃、后屘咧佛法嚟咗中国嚟咗西藏入边咧个、那个喺密法入边咧个咒语系好流行。 咁實在喺我哋北大城嘅佛法入面，咒語都好流行嘅你有靈言就有大悲就有往生就有十小咒係咪啊？咒語都好流行。咁但係心經心經呢邊比比如呢、这個波野、呃呃、就好似一個大神咒，又好似一個大明咒。咩叫大神咒咧？神咒即係話波野嘅神力係無窮無盡，能夠消除所有人生嘅苦惱。神嘛，即、就、係、是、有神力㗎。你諗下係咪啊？是 无穷威威猛嘅力嘅，咁佢话呢个波嘢又好似大明咒，大明咒即系咩啊？智慧光明，即、就、系、是、等于呢啲灯呢间屋一熄咗一黑晒，我哋一着眼灯，成间屋光晒。无论呢你,你眼灯有几多少，如果你喺个黑暗度最弱嘅一点嘅弱诶诶蜡烛，都会成间屋点啊？有少少光，系咪啊？所以发发发发。 系为一个咁黑暗嘅世界带嚟无量嘅光明，智慧就系无量嘅光明，吓、啊、能够点啊？能够消除我哋人生，我哋自己人生所有嘅如痴黑暗。嗬、啊，咁佢话，波嘢系无上咒喎、哦，无上即系点解啊？即系冇嘢能够比佢更更高噶啦，佢已经系最高嘅。 系而家全世界唔知道最高系几多层楼啊？当一零一啦，佢系一零二啦，冇嘢可以高得改冇一零三噶啦。咁你咪真系自自夸唔、啊、系，唔系自夸，唔系唔系一个我慢心。点解？因为你睇下佛陀讲嘅法，系宇宙整个宇宙世间存在存在嘅真理嚟噶嘛？点有可边有可能有一样嘢仲高过呢个宇宙世间存在嘅真理咧？ 啱啱啊！所以点解你玉你玉佛嗰阵时候见到个个太子咁样啊？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点解啊？即系话我威晒，我叻晒。唔系如果佢讲我威晒，我叻晒，佢就唔系佛陀啦。如果佢以咁嘅心，以一个我慢心去嘅，佢就唔系佛陀，唔值得我哋向佢学习。佢嘅佢嘅代表就话：天上天下。 唯有我嘅法已经系最尊贵、最尊高噶啦，冇一个法能够比我讲嘅法系尊贵而尊高。系咪真系佢嘅法咧？唔系，系宇宙嘅法。而但系佛陀讲过，我冇冇我出现呢、这个法都存在，因为宇宙存在是真理嘛。佛陀出唔出现呢个转就嘅真理都系喺度，都系咁真。但系。 因为佛陀嘅出现，所以再将呢个法话翻俾我哋听。我哋有机会听到咁嘅法，如果我哋冇机会听到啊，蒙查查噶愚昧嘅众生啦，点会知道无常？点会知道因果啊？点会识姻缘啊？我哋呢一班好有智慧噶，我哋而家呢一班好唔愚痴噶，拍下拍下手鼓励下自己啊嘛～ 点解呀？唔系好多人信因果法噶咋？唔系好多人信因缘法噶咋？唔系好多人信无上法噶？如果系今日个个都信嘅话，我哋呢个世界就好和平噶啦。啱啱啊？啊，所以啦，佢话无上咒就系咁解啦。佢话无等等就，佢话冇一个法门啊，可以同呢个法门去相比嘅。吓、啊？ 即系唔使 compete 嘅，no competition 就哦，根本就唔使比嘅，啊冇人冇人可以比。佢话能除一切苦啊，真实佢至高无上，佢最大威神力，佢最大光明，所以系冇一样嘢可以同佢比较，而佢系真真正正嘅，系真实不虚嘅。佢真实不虚乜嘢啊？系能让我哋明白之后。 生咗呢个智慧，我哋系会能够离开所有一切苦乐。佢话佢话故说啊，波耶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佢就索性就讲啦，佢话波耶波罗蜜多咒系一个咒。咁啲人又同我讲，师傅啊，你系你系念揭谛揭谛。 有啲人又念遮啲遮啲，有啲人又加啲加啲，咁究竟加啲加啲遮啲遮啲啊？揭底揭底，我哋中意念乜都念乜，广东话梗系揭底揭底啦，咁啊国语咪就诶遮啲遮啲咯，咁啊繁文咪加啲加啲咯，有乜所谓啊？我你中练咩念咩咯，系咪啊？唔好唔好话，诶唔啱啊！你念得唔啱啊？我妈咪爸咪牛都可以开五啊，啊我妈咪爸咪空都可以开五，咁你佢念惯咗，佢个心喺嗰度。

系、啊、真系嘅，收系收自己，唔系收别人啊！收别人，你嘅眼、你个眼耳鼻舌身全部喺晒人哋身上，你收咩？你话啦，究竟收咩啊？啊，你收咗人哋会好啊？啊，人哋收咗你会好啊？唔系嘛，系嘛？揭谛揭谛，即系点解咧？揭谛揭谛，即系话去啦去啦，唔系话就你死，你快啲死啦，快死，唔系 <laughs>，即系去啦去啦，快啲去啦！菠罗即系咩啊？彼岸彼岸，即系话烦恼脱离呢个烦恼。 嚇！琴日有個有個有個有个,有個香港嘅朋友啊，聽咗我講嚇，今日想打電話問我師傅咩叫彼岸，佢終於揾唔到我啊！佢就喺個喺個 Facebook 問我師傅咩叫彼岸，我真係我真係話彼岸即係話離開咗煩惱點解？離開煩惱就係搭到達彼岸啦，即係從此岸到彼岸嚇，即係話你搭咗條船過去。所以點解我香港第二山咧有一個閣樓啊？即係喺嗰個。 誒誒，二樓嗰度咧，再起咗個閣樓，就俾在家居士瞓。啱啱你啱啱攻低個頭就可以爬到上去。我師傅幾咩好？我師父幾好嘢？你知唔知叫佢咩名？叫波野船。嗰 <laughs>、那個嗰、那個閣樓叫波野船。我哋個個在家居士以前係居士，都瞓過呢個波野船，所以而家慢慢要去栽半個波野。啊 <laughs>！ 嗰個閣樓真係哇，瞓十幾個人嘅，真係又冇空氣，真係真係都幾都幾好玩嘅，個個都咁啊咁佢話啊波羅揭帝啊嚇，波、啊、羅即係去到彼岸，去到彼岸啦，揭、啊、帝揭帝,帝,帝,帝，波羅揭去到彼岸，波羅增揭帝啊，增即係話代表眾多咁解，即、那、係、個就是、你啦、我啦、他啦，即、就、係、是、眾多，波羅增揭帝,帝，我、啊、哋去到彼岸啦，菩提娑婆呵。 我哋觉悟啦！我哋快速成就、快速圆满地觉悟啊！即系话去啦去啦，快啲啦！我哋快啲离开呢个烦恼、呢、这个此岸，去乘呢个波野船，去到呢个彼岸、呢、这个解脱嘅地方，离开呢、这个离开呢个烦恼嘅此岸，得到自在、安乐、吉祥、快乐。好啦，揭底揭底，剥落揭底，剥落揭。 多嚟真幾大鋪，係蘇鋪呵。喺湖北咧有間有間叫歸元禅寺，佢嗰度有棟牆咧，佢寫咗幾句偈。我好中意呢幾句偈，我在家嗰陣時都中意。但係我嗰陣時未去過，前幾年我去嘅時候我就去見過。咁佢話：佢話見了便做，做了便放下，了了又學不了。佢話即係啊，如果我哋做咩任何事，無論我哋係為自己。 亦话系为别人见到嘅事，我哋就做，做咗就放低啦，就唔好成日挂喺个口上边。我、哦、我帮你做咗呢啲嘢啊啊诶、呃，实在就唔应该系我做嘅啊 <laughs> 啊！我而家做咗啦啊！你知唔知道啊？我做咗啦咁啊！然后打个咩 Wh WhatsApp 俾我，你有冇睇到我做咗啲嘢啊？过两日话诶。呃 我啲嘢做做成点啊？咁吓，做了便放下，了了有何不了啊！唔好成日搵人哋问人哋做咗，你做咗做,做成点啊？唔唔好问。佢话佢话卫生于国啊，佢话智慧啊系从一个觉悟而生。呢、这个觉悟从咩而生啊？从定而生，从念而生，从解而生。佢话觉生于自在啊。当你个心啊冇执着嘅时候，你自自然有个觉性。 我哋冇个性嘅时候，就是、等好等于我有打坐，打坐一个妄想一出现嘅时候，我俾呢个妄想走咗，你哪里个角啊？你去咗个妄想嗰度啊？系咪啊？我有个朋，有个有个徒弟啊，前几年咧就跟我学打坐啊。我叫佢做乜成日坐喺度笑嘅咧咁啊？咁啊，有一日我中意召佢过嚟，我话：，诶、哎，你做咩一路打坐一路笑啊？佢话：，哎呀，师傅啊，佢好中意煮嘢食嘅。 我一味咧就喺度煮嘢食，<laughs> 一谂到度一谂到度新餸咧我就笑，我唔怪得知你啦，我哋紧我哋喺度打妄想，你知唔知啊？喺度谂到煮嘢食啊！佢话吓，师傅呢、这个唔系叫角咩？我觉得我自己喺度煮嘢食、啊，呢啲咪怪你啊！我话喂，你嚟系你哋系打坐系培养呢、这个。 觉知心，觉知自己而家念头出现乜嘢？你个念头出现煮嘢食，即系呢个系妄念啦。吓、啊，你仲话自己喺度喺度谂新嘅 recipe？我话你嚟谂搵 recipe 就唔系而家谂，翻屋企谂，知唔知啊？佢话哦，咁啊，当你觉性于自在，当你个心自自然在咩啊？在当下，完完全全在当下。 当下嘅即系话系好明、好明澈、好清净、好安稳、好包容，一个叫平等心嘅时候，你个觉性系会好高、好清澈嘅。佢话觉生于自在，诶生生还是无生？点解啊？佢出现咗，佢总会走啊！生生还是无生啊？你觉得佢生咩？佢一刻就走。 你觉得佢生咩？佢一刻就走，生生我还是冇见了变做做了变放。我师傅成日都有一个教诲，佢话人哋唔做嘅嘢你就去做，人哋做嘅嘢你千祈唔好做。咁又唔系千祈嘅，咁你都可以 offer 下嘅。佢唔系讲千祈，佢人哋要人哋做嘅嘢咧，俾人哋做系啦。人哋唔做嘅嘢咧，你自己一定要去做。所以人哋话咧，譬如人哋话。 我帮手做啊！好啊好啊，大家一齐做啊！唔好啊，唔使啦唔使啦，我做晒得噶啦，唔好啊！俾人哋一齐做，尤其是佛堂嘅嘢，尤其是佛堂嘅嘢，大家点啊？俾人哋做，等人哋除起个功德，人哋做咗又话：哎呀，真系好啦，你做得真系好啦！哎呀，多谢你帮忙啊，唔该晒啊吓、啊！哎呀，我哋大家合作好愉快啊，咁先至好啊！ 一个佛堂啊，最紧要系要和洽啊，唔好分党分派啊，唔好咧点样啊，唔好咧你就话我系我系跟嗰个师傅嘅啫，呢、这个就是我系跟呢个师傅，我净系听呢个师傅，千祈唔好啊！你咁样咧就点啊？将呢个僧团咧就搞坏，然后搞坏埋自己，你本来有好多功德噶，就变到无功无德的还啊！仲有点啊？仲有过啊？知唔知啊？ 不过我人始终系凡夫，我哋始终咧就有烦恼。佢有烦恼嗰时咧，你就睇住佢。哎呀，希望你快啲过烦恼，咁我就快啲行开先。就唔好入个烦恼嗰度，唔好入个烦恼嗰度，又唔好咧，千祈记住喺佛堂咧唔好搞小圈子。 千祈唔好搞小圈子，就唔好喺呢个佛堂咧就讲嗰个佛堂嘅不是，喺呢个佛堂咧就讲嗰个佛堂嘅错，千祈唔好啊！佛堂系俾我哋修功修德嘅，修修修行噶。嚟到佛堂咧就见到佛咧就知道，哎呀佛咧原来系清净嘅，真实与不忘与清净与如实与爱与远与，知唔知啊？ 记,记住啊，能够有福嚟到佛堂啊，我哋唔好收烦恼啊！吓、啊，自己知道自己收烦恼嘅时候，快快点啊，搣埋只眼，搣埋个嘴，唔听人哋讲，你都唔好听；人哋话你都唔好，唔好加把嘴。是非不辨是解脱啊，千祈要记住。 见了便做，做了便放下，了了有何不了啊？吓、啊，呢啲呢个系我个金句。嗯。所以好多人啊，以为幸福咧就系、是、住大屋、赚大钱、着得好、食得好、好工作、有地位、有金钱。呢、这个实在唔系幸福啊！真正嘅幸福咧，就系、是、我哋个心能唔能够安住于当下，能够自在快乐，而能够喺自己嘅困难入边。 揾一条生路喺自己嘅烦恼入边，让佢变成一个菩提，让佢变成一种智慧。人生嘅价值实在系可以尽我哋呢一生去服务别人，佢为别人着想。但系最紧要你为咗自己先，你唔好残害自己先，唔好放纵自己先。当你唔放纵自己、唔残害自己嘅时候，你先至有机会去识爱惜自己。 爱惜自己做啲好嘅行为，爱惜自己，然后咧慢慢咧，你呢爱惜越嚟越多，你又唔残害自己，又唔放纵自己嘅时候，你多咗慈悲心，对自己多咗慈悲心，你就识得去同人分享慈悲心，明白嘛？所以啊，将我哋喺佛法入边讲系，将此身心奉尘刹事，则名为报佛恩啊！咩叫点解要身同心奉尘刹？ 点解唔系净系身啊？师傅，我净明明嚟佛堂做事啫嘛，我都系做事啫嘛。如果你个心唔系为佛堂好嘅话，如果你个心唔系为自己好嘅话，你就会喺点啊？喺个身喺呢度做事，但系个心就喺度搞搞事。心喺度搞事嘅时候，自然身就喺度搞事。哇，咁大声嘅，啱唔啱啊？所以记记住啊！ 你真正报佛恩啊，唔系挤几多个钱落去个 donation box 度，唔系封几大份果儿俾师傅，唔系买几多朵花嚟呢度，唔系啊，系身心都系无主啊，系身心都喺个波嘢嗰度啊，系身心都喺个角嗰度啊，呢、這个先至真系叫做报佛恩啊！佛堂啊，以前佛堂话佢系在家人嘅生活啊。 系好逼迫嘅，好尘埃嘅。佢话 very crowded，very dusty。喺诶，对唔住吓，因为我我成日读英文嘅，我行唔所以我话我中文我唔系记好多啊。但系我啲英文记得好熟。very crowded，very dusty。佢话在家人嘅生活啊，家庭入边嘅生活系好逼迫啊，好陈旧，好多陈旧啊。点解啊？因为好多好多世俗嘅事啊，你哋俾嗰啲世俗嘅事啊遮遮遮遮掩咗自己啊。 佢但系你你嚟到佛堂啊，嚟到佛堂咧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栽培一个清净心，有一个清净行。我哋冇嘢回报俾你哋嘅，我唔会话，哎呀，你真系威水啦！你我都会有事赞下你哋嘅做得好啊。我有啲徒弟徒弟曾经曾经批评过我啊，师傅从来都唔不唔赞我嘅。哎呀，我原来我全部都唔赞徒弟喎，我真系要改一下自己啦。上两个礼拜嘅事啫嘛。 我大陸個徒弟話：我從來都唔稱讚佢，令到佢好緊張喎。我佢又真係弊啦，我真係有有問題啦。咁就因為我有錯，佛堂係點啊？師傅係俾法你嚟嘅咋？俾佛法，俾佛法讓你哋點啊？讓你哋大家可以能夠慢慢點啊？個陳舊少一啲，個逼百姓少一啲。而你哋嚟供養佛堂，係希望呢個佛堂可以俾個法你。 能够师傅唔使要担忧，唔使要担忧柴米油盐，唔使担忧要搞地税咁多嘢，我哋就安心，安心点啊？安心去学，安心去收，又安心去教，安心去做。呢、这个系大家互相嘅责任啊！啊，所以点解点解我哋叫吓、啊、四四众嘅弟子啊？啊吓、啊，比丘比丘尼啊，男在家人，人女在家人，系咪？ 点解我唔净系讲诶诶诶俾有俾有嚟啊？又唔净系讲诶男居士女居士啊？点解要四众啊？吓、啊，或者如果净系男众嘅，或者净系女众嘅，啊俾俾有或者比丘尼」师傅，系咪啊？系咁嘅意思嘛。所以佛堂有佛堂嘅存在嘅嘅嘅目的同埋意义同埋作用喺度。OK。 我哋就在係可以喺喺喺印度咧，佢哋咧，佢哋有一個説話，佢話誒，圓、呃、滿成就咧叫波波密蜜多啊。當一件事圓滿成就，佢哋講啊，波罗蜜多 paramita 咁啊。哇！我最尾咧誒供養大家一句偈啊，嗬。佢話聖人求心不求佛啊，聖 <laughs> 人真係求心不求佛係咪？佢話愚人求佛不求心啊。

学圣人求心不求佛，因为点解啊？我哋自己本身都具有呢个佛性啊！我哋本身具有无量嘅智慧、无量嘅慈悲、无量嘅喜舍啊！好啦，我哋心经呢个法会就波罗蜜多啦。咁啊，始终系一个诶、呃、讲经嘅法会啦，好唔好？

师傅嘅家训，我觉得系家训嚟嘅，咁啊俾大家睇下。佢话佛法西来，祖师道兴，丛林家规首重清修。咁实在系一路喺搞紧我哋大众共住，水乳和合，增益安乐，故号争团。话俾我哋听，争团究竟系咩意咩意思？增益安乐，增益即系咩啊？增加利益。 安稳快乐，增益安乐。是本会本会即系宝林学佛会，即系加拿大宝林。是本会开端开端，即系话开始咁解。系一九九五年写俾我哋嘅开端，选择云公共住规约。云公即系虚云老和尚，因为师傅系去接虚云老和尚嘅法，所以虚云老和尚都算系我哋施公。共住规约，即系话我哋大家。 共住，師傅一齊共住，出家人一齊共住，有規矩，有約束。以崇悼念，以係紀念。崇即係尊崇，嚇、啊、崇念。以崇悼念，道即係修道。無望大眾格失，我希望大眾心心隔啊！你睇下樹身邊有個心字喺度嘅，有個心啊，隔手。 恪守即系咩意思用心去遵守，无负唔好辜负老人。老人即系虚云老和尚，付足坚持，佢吩咐我哋坚持佛界嘅持分。月亥年即系二零咪一九九五年，孟月孟月即系几多月啊？七月啊，系咪啊？七月七月圣一紧聚系师傅。老和尚写俾加拿大保林嘅。 排便，我视他为加分，视他为家每天你洗身，我第一件事就谂谂谂起呢、这个呢、这个排便。我成日都用呢个排便去检讨自己每日嘅行为，因为师父已经不在啦，我唯有利用师父留翻落嚟嘅嘢，鞭策住自己，上求佛道，下化众生。 咁咧就誒、呃、美國大國聯社都好多朋友咧都好支持保林嘅，無論係、呃、物質上或者誒、呃、你哋嘅心息上，有能力嘅有能力嘅，冇能力嘅我都知道你哋好多時都回向俾我哋，希望我哋能夠快啲好起好。咁我就想俾少少而家誒我哋做咗出嚟嘅將來嘅保林學費會嘅誒。呃 宝林禅学院嘅蓝图俾大家睇下吓，咁佢诶诶今依诶我哋四月二十一号开始做咗个地下喉管，诶、啊、差唔多做完啦，我哋诶、呃、等嗰个 permit 出嚟咧，就我哋开始打地基啦。啊，咁我俾大家睇下将来嘅宝林学佛会系点嘅样嘅。 呢個係長廊嚇，呢、这個係前前邊嘅山所謂山門啦。咁呢邊咧樓上咧就是、學生宿舍，樓下咧就係、是、廚房同齋堂。呢度就係大殿啦，大殿係兩層嘅，上邊係大禪堂，可以坐一百六十人。咁嗰邊咧上邊咧就係、是、師傅嘅誒寮房，樓下咧就係、是、學生嘅宿舍。 咁呢度系诶一路围绕都系停车场嚟嘅，咁呢啲咧系走火通道嚟嘅。我整到佢好似个佛塔咁，因为我想悭地方，唔想个走火通道喺入边。咁呢度系个大殿后边，佢系有个回廊嘅。咁楼下咧就系、是、有啲诶写字楼啦，同埋有个展览厅啦，同埋有洗手间。咁呢边咧就系、是、楼上,上呢座细嘅呢座咧，楼上咧就系、是。 呢个系而家现有我哋个诶小禅堂，我哋而家就喺度打坐。嗱、呃，呢度楼上咧就系、是、师傅嘅宿舍，楼下咧就是、学生嘅宿舍。呢度楼下有三十五间房间，咁嗰边就有诶二十五间房间，总共有六十间房间系俾学生住。咁师傅楼上咧就有十五间房间，就俾师傅住嘅，同埋师傅嘅读书室啊、诶、呃、小佛堂啊咁样，就系、是、咁样噶啦，将来嘅。

诶，但师傅啊，大家都知道布施要有智慧，布施时总相信自己嘅判断同能力。如果到后来知道布施嘅对象系有问题，如骗子，布施者该如何面对？背负什么因果？后来知道系骗子嘅时候，就唔应该再布施。但系亦都要明白，我哋布施要好有智慧。 我今朝啱啱就收到一个收到一个短信，一个年轻嘅男仔同我讲：师傅，我有啲问题。佢系基督徒嚟嘅，佢同我好有缘。你有啲咩事就揾我噶啦。师傅，我有啲咁一个问题。有个朋友咧就诶、呃、帮帮忙一个年轻人，帮忙一个年轻人咧就系、是、呢个年轻人咧就诶、呃、一路喺监狱入边。咁啊出咗嚟之后咧就诶呢、呃这个呢、这个朋友一路继续帮佢就。 如此，借般都年幾兩年不不停咁同呢個呢、这個朋友借錢。佢話：誒、呃、仲上上到門借錢，借咗兩年啦。我勸呢個朋友唔好再借錢俾佢啦。師傅，我做得係咪做錯咗？我話我就同佢講：布施要有智慧。好似我嗰次講過啦，如果你布施冇智慧，即係點樣啊？慈悲出下流，好心做壞事。 如果你明知佢骗子，你已经马上即刻斩。几时知佢骗子，几时要斩。同埋实在有时唔系真系，你唔好净系话佢话俾你听你系骗子。你实在你，如果你真系要帮一个人，要帮咗一段时候，你都要检讨一下点解佢有咁嘅问题。譬如佢成日同你借钱嘅，你冇理由啊，有份工，有份正职，吓、啊，点解佢会成日同我借钱？如果佢冇工，但系佢又有。 有咁多 degree 又揾唔到份工，冇有冇可能有咁多 degree 又揾唔到份工啊？有咩問題咧？即係你可以好 logical，好 logical，就算呢個真係唔使唔使咩智慧嘅，i c 已經夠噶啦，邏輯已經夠，logic 一度睇下有問題，呢、这個人有問題，有問題嘅時候就應該識斬，就算冇朋友做都係咁話所以布施好有智慧啊。咁如果佢真係騙你而你， 知道佢骗你，而你继续俾钱佢嘅话，或者佢系要嚟吸毒，或者做啲不轨嘅行动，而你继续去支持，你就要背因果。如果你唔知嘅话，你就唔使负因果。OK，吓、啊、答咗第一个问题，呢 <laughs> 个要留到最后答。佢话非常非常渴望期望期望在不久将来再听师傅讲经，请问下次会是何时？哇！

唔使吊盐水系嘛？掂啦，而家 <laughs> 吊咗四日啦。<laughs> OK，好啊，好，好啦，好啊，好啊，四十二张经都可以。<laughs> 但系咁诶，可能今次下次咧就唔可能一次过四日啊。啊，我一次过四日咧，我都我都几几吃，有啲吃力啊，有啲吃力，同埋上面多嘢做啊。 即係嗰個工程咧，我我我都係有啲掛礙，<laughs> 有啲掛礙啊！咁啊，即係可能一個 weekend，譬如兩日咁樣啦，咁啊或者誒個、呃、半月或者兩個月一次咁樣啦。如果我個時間表得嘅話，誒、呃，我實在我真係自投羅網嘅。講咩 <laughs>《阿含經》啊？ 我曾经话你哋家庭生活好 dusty，好 crowded 啦、啊，自投落网。咁啊，实在系呢、这个系我哋嘅责任，真系我哋嘅责任嚟嘅。即系你话冇出家人就冇办法啦，系咪？如果自己诶、呃，我唔系讲得好，但系我尽心咯。啊，我尽心咯。诶、啊，我我唔系识好多嘢，但我尽力咯。吓、啊，咁啊，好啦，下次讲四十二章经啊。

师傅好，诶、哎、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问题问唔问好咧？讲唔讲好咧？师傅好，有居士想想请问你，即系唔系呢个人写噶？佢惊我认得佢啲字。<laughs> 有居士想请问你，师傅未出家时有否拍拖？<laughs> 我话俾你听啦，你左睇睇，右睇睇，上睇睇，下睇睇，我都唔系好丑样啫。 咁點會冇拍拖咧？係咪？點會冇拍拖咧？有，不過即係緣分啦。如果嗰個拍得成就你，我唔會今日坐喺度啦，係咪？好彩！如果你睇下我而家幾好呢、这個大家庭幾好？我話俾你聽，我啲子子孫孫都幾多，邊好似你哋咁啊？得一個兩個。<laughs> <laughs> 好。

我唔知，我未出得去，翻得嚟；出得去，翻得嚟；出得去，翻得嚟。最紧要系识翻得嚟。佢问：佢打坐突然间，咚一声去。佢喺边度学打坐？跟边个打坐？搵翻佢老师。佢唔系跟我啊嘛，唔系跟我,我，唔答。<laughs> 因为点解？我唔知佢收紧咩法啊。好惊、啊！我唔知佢收紧咩法啊，你句揾我啦。 如果佢想聽我講嘅話，我唔喺呢度解啦呢個問題，因為因為點解咧？誒、呃，牽涉得太多咧，我驚你哋學打坐嘅人又諗下去咁樣咧，又哇哇，我又我又我又出世間法咩叫出世間法啊？啲人話我出竅啊，啊出竅啊，見光啊！咁實在我實在我前係咪琴晚定前晚咪講啦？啊，打坐見光唔係一件唔係一件咩奇怪嘅事嚟㗎。 唔系一件咩奇怪嘅事，但系因为你未曾经未曾经经验过，所以你唔明白，原来我哋嘅心色系随时都变嘅。咁呢个光都系一种呈现，一种变化，一种心色嘅显现啫嘛。惊咩？就是、因为点解？我哋执着，我哋打坐就永远都见唔到光噶啦，或者我唔知道有光呢回事。咁所以一 一刻有呢个境界嘅时候，自己嘅觉知心呢、这个平等心唔够，咁咪恐慌咯，明白吗？你叫佢啦，睇下佢睇下佢学跟边个学啊？有冇老师啦？啊，有冇老师问翻老师啦？如果佢话诶冇老师又唔好意唔意思问老师，咁佢又信得我个嘅，咪搵我咯。吓、啊，问下我啦，我我好乐意同佢解答 <laughs> 啊。好，OK。

不忘初心，我哋成日忘记咗我哋有本事嘅，呢、这个本事系咩啊？呢、这个本事就系佛性，我哋本身都有呢个心波嘢，但我哋点解啊？我哋俾呢个贪嗔痴冚住咗，呢、这个贪嗔痴就令让我哋忘记咗我哋呢个本心。再另外一个解释就话不忘初心就系话你，譬如你发咗一个心。 譬如好似我哋咁啦，好似我发心要出家咁啦，我初期发心要出家，我初发心出家系边个心？就系、是、我日同你分享过啦。啊好啊，我虽然英文唔系好，但系我都希望将来有机会用英文去弘法。呢、这个系我我发心出家嘅初初心。咁就不忘初心就话，无论我遇到乜嘢困难，无论我遇到咩障碍，我都唔忘记呢个发心。呢、这个就系我。 想出家初初發嘅心初啊嘛，初初要發噶，開始做出嚟嘅。O K 明嘛，好。係。當你受運嘅時候咧，如果我哋只係即係知道知道，知道嗯，而唔去行落個唔想，即係唔去個想運嗰度，咁係咪會冇呢個識咧？冇識運咧？冇呢個行運先？ 最紧要冇幸运，系系，因为你个你个点解有个个寿运咧？因为呢个寿运咧，系呢个寿喺边度嚟嘅？呢个寿都喺个身度嚟噶嘛？系咪啊？因为你个你个心,心有感受噶嘛，系你个心嚟感受的啊嘛。吓，好啦，咁当你你呢个寿你个有个感受出现嘅时候，但我琴日讲咧，寿系身嚟嘅，系个身嚟嘅。 咁你个受出现嘅时候，你个心会知道有个受出现。当呢个受系愉悦嘅时候，我哋呢个心会中意点啊？哇，好舒服啊！哇，好轻哦、啊啊，好飘哦，好似头先嗰人讲：，哇，见到光啊，发达啦咁啊！点知嗰人又见到光啊，惊啊咁。呢、这个系对乐受嘅感受，对乐受嘅反应就系。 愉悦啦、啊，我中意啊，我想去留耐啲啊。好啦，对不如意嘅感受出现嘅时候，我会点啊？我个心如果唔够定、唔够静，同埋冇咗个平等心，咩叫平等心啊？即、就、系、是、明白呢个受系一个无常嘅，而能够包容呢个受系一个无常，而包容呢个无常呢个受而家喺呢个时间出现，而我能够用一个好包容嘅心、好平稳嘅心。

透过经验呢个感受，系咪啊？如果我哋能够咁客观去睇住呢个感受嘅话，我哋唔会起一种习惯性嘅反应啊。对呢个不乐受即个苦受起一种厌恶排斥啊，系咪啊？我哋只系睇住佢啫嘛。但系当我哋一个感受唔愉悦，譬如讲唔愉悦感受譬如疼痛好痛痛得好紧要啦，一走上嚟嘅时候。

当一个不如嘅感受出现嘅时候，呢、这个心嗰种杂气啊，有种杂气啊，嗰种幸运啊，那个幸运就系点啊？出现啦，睇下你对唔对佢呢种感受起反应。如果你唔对佢呢种感受起反应咧，苦受啫嘛，乐受啫嘛，我就系睇下你点样变化。我就利用呢个苦受，利用呢个乐受去经验呢个无常，去体验呢个无常。诶，呢、这个幸运走出嚟，咦？点解佢冇反应嘅？ 点解佢喐都唔喐啊？喂，你打人啊，好似好人老和尚嗰阵时咁，俾人哋打打咗四日，佢都唔反抗。第五日啲人去做，仲敢打佢，唔敢打佢啦。点解会会打得打得成交咧？就是、因为点啊？对方有反应啫嘛。点解嗌得成交啊？因为对方闹翻你转头啫嘛。呢、这个行运一样。当你唔对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苦受起个反应嘅时候，呢、这个行运就话。 咦？点解佢唔起反应嘅？你个反应就系呢个幸运嘅食物啊！明嘛？你个反应就系佢个奶粉。你唔喂奶粉，佢呢个幸运点啊？冇力噶。佢面头一浸，一个雜气，佢个雜气实在又好似芭蕉咁啊！巴幸运如芭蕉啊，系咪啊？芭蕉咁啊，又剥咗一层啦。 咁佢下次又再同樣可能有再不同嘅如嘅不同嘅感受出現嘅時候，你又係如,如不同咁坐喺度感受下佢點變化，經驗下佢呢個無想，體驗下佛陀教嘅咁偉大嘅嘅方法。咦，呢、这個行運又啊，做咩佢又唔對我反應啊？佢唔反應我就冇冇力噶咯，冇藥冇食物噶咯，又剝就一又剝走一層嘅芭蕉葉啦，明嗎？ 呢、这个所以点解话喺十二因缘嗰度能够跳出嚟就系一个受揾个最容易，因为四念住就系讲嘛，身受心法啊嘛，身受系第一第一个念住，第二个念住，身系第一个念住，身体啊，身体，受系第二个念住，心法，心系第三个念住，法系第四个念，呢、这个呢、这个四念住就系佛陀话系解脱之道，哦，OK，明白。 誒相輔相成嘅咧，咁我可唔可以淨係受？我跟住我唔想，我不我淨係知，即係呢兩個好似個想唔係真係想嗰種想啊，想係實在咧，你係批判咗嗰個受運、那個、啊，那個受啊，嗰個受實在係受，而係只係話因為我哋因為個想運過去嘅經驗知道呢個叫痛，我先將佢呢部叫痛。 呢个叫抽筋，我先知道叫抽筋。但系你如果能够就话，好似我琴日讲，声音只是声音，唔系话燥，好狂噪嘅声音，或者好吵闹嘅声音，或者好尖锐嘅声音，唔系啊。我哋唔批判，唔落标签，呢、这个受揾就唔起言行啦。呢、这个受揾一唔起言行就唔落标签啦。明白？但系你唔好以为受想行式系逐步逐步。逐步 呢個行完就到呢、这個，呢、这個行到呢、这個，唔係啊，佢可以嘭一聲，好快就出現，同時出現咯，明白嗎？OK，嚇、啊，呢、这個五問係難難難捉摸啊，我都用咗好多年嘅時間喺度思維同體驗同埋經驗啊，OK。